爆炸了，刚到来海里哦。哇，有好多礼包可以领哦，你看看。好，你领礼包，我们来 party。我换个版本。行。好。哦，八月都还没领呢，八月都快过了。哇，35个礼包，我的天哪！趁现在假日礼包，真的，我也是第二个礼拜才领的。天哪，有领的就好了。哇，好爽哦！天哪，天哪，地呀、啊！45个，你那么多、哦？哇，对啊。下面还有合成是什么、嗯、合成礼包耶、yeah. 还可以合成礼包、哦、那是消耗那个、啊、神秘知识的呀、啊、哦、oh. 仓库神秘星辰、欸、那一次开10个的20个在哪里啊那个啊中介箱中介箱转换器那个他左下的那个星星，第一只星。哦，嗯，开一个，嗯，哎呦哎呦，本机在哦，嗯，可以帮忙哦，哎呦，哎呦，那我传给他，哎呦。我们是不是领完礼包就可以回去了？来领礼，哎呀，那我标题要改回来了。标题改回来喽，标题改回来喽，先来 Happy 手领礼包。对，走，慢慢来，慢慢来。意境什么？战争？战线？战线。哎、欸，离开！意境战线，嗯，等待是福气中。因为本期现在工作都比较忙，还想着没办法麻烦他，没想到他在啊，太好了！哎呀，刚刚好。嗯，那我们等等本期先领礼包。那地图档案比较大，应该会花点时间。嗯欸、等一下又是 1.16.1 了嗯又会换回来了标题要换回来了再改回来、欸、我后来逛一下麦块官网我发现他好像有出一个之后的 DLC 侏罗纪对不对对侏罗纪的侏罗纪麦块对对好酷啊我今天有看到还是是跟那个光影搭配的那个我不知道，就要玩。嗯，就是看到里面哦，各种还有什么直升机，然后各种就是那种感觉好像蛮好玩的。他是把魔族的东西加到他 DLC 里面吗？不知道，他说创造和训练恐龙啊，建造展品，管理公园，经营业务。好酷啊！这么神秘，对啊。而且就是他点他的预告片，真的就是那个侏罗纪的那个音乐。我就想到这个版权没问题吗？他搞好是跨界合作啊！哎呦，换地方养恐龙喽！是侏罗纪之前有出过一款经营乐园的那个，嗯，等候一下，记得材质包。对，好。等一下，官网连接是不是会点到那个？啊、哦，没事。好友小雨离开了伺服器。嗯，他不愿意与我们同乐。好吧。啊，不是，他、啊、不是要等本那个，我开玩笑啦。等一下啊 ，Win 十出来了 ，Win 十版本。对，他是 Win 十版本的样子。哎呦，哎呦，哭，没玩运势版。好，找时间来玩看看的。可以开运势玩看看。哦，这好懒得开运势版本。
Wings， 哎呦，本金主要是名字被取走了，觉得很不爽。哦，对啊，名字都被取走了。Wings， 大家都不能取自己的名字，真的是快气死。真的是哦，晚一点去取名字就被取走，这气息气息。大家知道，遮画面一下哦。好，好，好，好了吗？遮了，遮。等一下哦。哦，不过 Wings 这个 deal 是要买，要273。嗯。还有遮画面啊？哦。那就是，不在白名单。白名单。嗯，这个192.168这个吗？对对对，你要怎么讲出来了？你又哎，我也不在白名单。不在本名单，白名单要全部重设，所以麻烦大家提供 ID。好的，好。198.163，第一幕198。哎呦，你怎么知道我的是不是 IP？ A moon。为什么我的这么奇怪？等一下，撸点 ID 线，为什么会变这个？你怎么这样？你的小拇指很肥，你的无名指很肥哦。撸卡嘛，撸卡嘛，变个豆点了。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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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了，还有，哇哦，耶耶，大家这一颗星哎，哎呦，哎你不要打我，我在拉画面，很挤，很挤，很挤，这颗星。这颗星可是不会死，这个星叫什么？意境战线。这个头是反过来的，哎呦！哦，装了，装了，啊，材质包，啊，材质包，啊，材质包。我之前不是看有人那个故意把衣服反过来穿，然后在冰箱前面吗？嗯，然后女友就习惯拍男友屁股的时候，就拍到哪里了，超好笑的。三百一次。哦，那他应该直接就蹲下来了。对。哦，来来来，我们今天不用做的。我们今天要来玩这张新的 PVP 地图，叫做《意境战线》。嗯，啊，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玩过那个直接战争的完美改动版。完美改动版。对，改动到你不知道正确的路要哪里走。这是哪里？我是谁？哦，这里，这里，这里。这个游戏呢，关键就是有13个职业可以来互相 PK， 互相伤害。我剑士、白银射手，哦，我看到了，巫师、艳阳战士，不要乱想，白银、药师、尖盾勇士，这个盾有点可怕哇，这个很尖哦，哎呦。刺客又没有双刀，这个不行。找一把，找一把。飓风射手，浪哦，浪人，浪人，我刚刚看那个浪浪浪，他不知道浪什么，浪人。夜道，巡洋者，幻术师，收割者，敬请期待。啊，这个好棒，之后可能有更超强，这个哇哇，可能会是西瓜战士。哦，我觉得这个艳阳不错，艳阳不错。这个说，然后他有地的模式也有，但是呢，我不晓得在哪里。好，我们帮你找一下。啊，可以，散开来。迷宫啊，救命啊，作者，还是顺路出去就可以了。他有没有书？他这个有，有，最后开启控制台。我又是什么红色蘑菇之类的吧？找一下。哦，控制台没有，手上。创造模式才有控制台哦，最近看在各种看哦，很酷哦。还有五种模式啊，我们就简单的慢慢玩起。小品解密也有1、2、3、4、5、6、7七种场地可以嗨，还有情境。好，也太多东西可以选了。我看一下，酷积分模式。啊，是死亡自己队伍就会获得一分，获得到指定分数就结束。啊，计时模式的话就是时间到，看谁的队伍分数比较高，一样死了对方就获得一分。哦哦，还有讨伐模式，场上会有一个 boss， 你只要打到他，近战打到有一分，那或者是最后一集打死的那个队伍加三分。啊。你就是打 boss，OK？ 还有争夺，场上有一个箱子，
每一波会重置箱子，每一波30秒，箱子有10个水晶，一个会加一分，死亡则会扣一分，所以就是找箱子。哦、对，啊，你可以用打架去牵制对方。还有水晶模式，每个玩家携带水晶，死亡掉落水晶。哦，那只要一个玩家没有水晶死就 GG。我们一个一个玩，好不好？好吧，到时候玩了再介绍，好吧？这样应该就比较单纯简单。OK， 可以哦。好，是冒险模式吗？对，应该是。哎、欸，我是生存呢、欸。哦，你是生存哦。我没切过，我没切过。好，那哦，再改一下。目标积分15分，15分。杀死五个，然后呢，这还可以随机分队哦，分到几队？还有，对，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同一个通话也可以互相讨论。OK， 好，可以选职业了吗？都不懂，对，选职业。第一场我们就简单一点啊，三个人嘛，那就10分就好，10分就好了。好，好，啊，尽量大家都是不同的职业。要怎么选职业啊？哈。嗯，对啊，左键右键，哎、欸，没事，对不起，没有。怎么选职业？游戏开始了，哦，游戏开始在选了，哇，全职高手哎，哇，不错，帅，真看哦，幻术师，他不会介绍，要去看，介绍，一的话他会讲，有，哦，在每个武器他们讲他的属性，哦，用品栏可以看到，物品栏。我选哦，不管不管，我要寒冬厨师就是我了。我选了，再看自己选的就好了，其他不管了。嗯，哦，选好了，召唤幻影作为攻击手段哦，还有觉醒，所以可能还有等级。嗯，他说的觉醒是魔力值满，我有看一下。好，那就剩影月喽。Demon 各种职业，好了，这个大对抗。然后是有选择好了，繁星是、哦、哇，居然我们这样感觉好像都辅助哎，我们不能打进去，我是要，我是要什么魔力？我有魔力，我有护盾，我护盾慢慢在靠，为什么？不好意思，看一下有没有？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三路是回血银弹，右键召唤幻影，幻影追击。哦，看一下。哦，这什么？哇，这个需要看很久、欸。你来到达、啊，没有测试，测试，测试，测试。觉醒哦，都是右键按、哦，都是右键去使用。可以，可以，可以。啊，好哦、欸、哦，他一段时间会在补子弹哦，懂了，懂了，懂了。这八格内，五格内，有五格吗？哇，这个有点坑呢、哦。哦，这个好难用啊。哦，幻影最多冒险嘛，落测地板。没，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那个是别人设的啊，这个是我的，有，等一下，等一下，我是测试的，来来来，欢迎小朋友，有一滴，两滴，两滴，干嘛干嘛干嘛？你有中毒吗？不能打小朋友哎、欸，他会消失，欢迎哦，对啊，尊重哦，嗯，最近是怎样？是这个怎么？哦 ，CD 是不是 ？Tape 就是血量啦，知道。右键召唤幻影，存在16秒，消失会消失啊！16秒后消失啊？这样吗？治愈结界可以打了吗？可以打了吗？哦，有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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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哎、欸，幻影，我的那个法术没办法控制他哎、欸。不要小看我幻影的力量啊！挥挥觉醒，哎、欸，没有，不能觉哦，还没觉，还没觉，还不能觉，什么时候才觉？到不是要那个调满？要满？要那个满的？哎呦，哪里满的、哎？魔力值吧、欸？小雨，你有回血吗？魔力值满哦我不知道，刚刚放结界。你看 tape， 你用 tape 看，你用 tape 看，那应该是没有，血超少。哇，你小心小心！哇，大家都远距离是不是？对。小雨，两个人就两个幻影，有。把巧克力打死！三个幻影，幻影全部突袭。不是幻影没办法打哎、欸，是怎样？疾风、啊，
小心啊！你是八十，你不能拿自己剪。我可以啦，我好了，治愈治愈啊！我已经死了，你在治愈谁呢？我不见了！不是，自动重生，自动重生，不行，打十分，打十分的啊！对不起，对不起，刚刚不是我啊！不是你，你打他，他血很少，是我幻影，共事，这里很多幻影哦。他怎么感觉我那个动员全部在追露米，哎，对，为什么？可是幻影有血量，所以很快就会吸掉。你我的结界有放出来吗？你看一下你的画面有啊，剧毒的，剧毒的，剧毒的。干嘛干嘛干嘛？幻影是你啊！被吸纳打死了，不是我打不到那个吸纳，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要打小朋友？哎呀，他人很好，他人很好，打小朋友。哦哟，这里很多人，这里很多人，还送你啦！哎，你还可以定人呢，你他可以定人。哇，你这样定我，我就只能靠我的小朋友去打了。小朋友不要，小朋友超烦的啦！哦，血少，喝饮料，喝饮料，不要两个都喝饮料，不要喝饮料，我要扶他一下。中毒啊！我满血了，我回满血了！哇！你这瞬间你怎么回满的？我这瞬间满的。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我反攻！小朋友上啊！小朋友，你的那个烈毒，烈毒可以毒。嗯，回复去。那边冰冰过。太好了！觉醒！觉醒了是不是？觉醒了？为什么还没？我还没！觉醒了！觉醒了！为什么你们才93.95？好痛！被打，魔力会上升。哇，死了！哎呦，原来哎呦，哦，现在4-3哦，我们4分，你们3分。哎呦，哎呦，法师走开！法师，法师坏掉了啦！法师觉醒之后近战打人了。欢迎，幻影追击！法师剩8滴血，3滴血，打他！法师喝回来了，你不能毒你，怎么会这样？我的剧毒啊！攻击速度是快的，这我可以快挥吗？慢慢来！哎呦！喂！没事，我知道。欢迎，有没有？欢迎，有没有做事？有，小朋友在做事，好多小朋友啊！舒服舒服。嘿。哦，哎，他这个血量是假的，是不是啊？是在那个左边，对啊 ，table 就看。我知道，那个爱心是假，他以为我也是满血。对，爱心是假的。那那一排字会有血啊，中间那排字会有血。觉醒怎么感觉那个技能都没有在作用？对啊，在使用还是他自动用啊？我好痛，好痛，要自己用啊！要按右键，我一直按呢。我方所有幻影在周围。哦，上面写说已觉醒这样子。对啊，我已觉醒哎，啊怎么 CD 那么久？哦、还是我是我就回家了，太棒了，持续的。大家难过何必的？太棒了。哎、欸，小朋友去就好。嗯，要这反星会补血是不是？我会补啊，我会补。哦哟，新拉波。那我们就慢慢打，走新拉波啦。巧克力是新加坡，哇！尊重啊，那种孩子哎，他又来了，他又来了，来呀！你的孩子也太多了，赶紧小偷，兄弟退哦！快！是，我牛，小鱼你怎么又？我刚以为你在牛，我是鸟，啊！我需要补血，补了。哇，你的是范围补，是哦，所以我离太远了，对。好，没事，你在哪？在旁边，我等。你们的烟太多，我看不到路啊！啊，抱歉，这是我的啦，不是我的。哦，不，因为你这个射也射太快了吧？我是一次可以射6发，然后哇塞，哇，你太多，在补子弹，他们如果靠过来我就冲。好，哎，我这是视线攻击耶！对，法术，欢迎冲啊！欢迎冲啊！然后赶快回来，让繁星帮我呼呼。
我在喝起来。哎呦，远距离靠你们！哎，我们这个战术可以哦，可以哦。哎呦，可以哦，可以哦，有战术的哦。小雨来，小雨想要来干嘛？我们家干啊，冲啊，我们家干啊！干嘛？他的名字越来越惨了。哎，刚不是叫我们家干啊？刚刚是叫什么？搞新的，新的，搞新的。新哎呦，几乎回满了，哦，好爽哦！哦，不是啊，我的聊天啦，我的聊天是真的出现一个叫屁孩的啦，等一下。小雨，救你！小雨，他们也会补啊。对啊，卢米跟我是一样的。是啊，我没有补啊。啊，要干嘛？哎呀，过来啊！没事，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要细看。好大，是你的血！不啊！一滴，你才一滴！有大师！拍死！换掉！我们六比七，他们分数高我们一。我的觉醒感觉好像还好啊，我觉醒怎么他一次不动啦、欸？我觉醒好像也没用，我觉醒没有用啊，只能用一次是不是？感觉是被动之类的吧？嗯，对啊，可是他说我普攻会变成那个暴风雪，怎么没有？会，我记得你的觉醒应该是那个吧？背后突击！哎、欸，等一下，你借我打一下，我打一下，你不要急，小雨。你走开！你说，等一下啊！我打一下左键。你打一下，我打不到他。他没有用啊！你多打几下。剧毒有用啊？没有啊？没有啊！我那个已经不能按了。开玩笑！哎呦，你的又跑过来了啦！我就第一下按的时候的那个招就出来，后来就没有，他的被动都没有。作者这样正确吗？还在 Q 出来没有？啊！我毒了！哈基，哎呀，哈基小命了，死掉！哦，我直接进入他们那里没关系，因为我要招小屁孩。哦，不是小屁孩，是我的孩子。吃东西，还在吃东西，好爽，好爽，吃爽。不要吃了啦！你不要吃了！哎呦，孩子，送你孩子，干嘛？不用吃了，你不用吃了！送你们孩子，孩子群，孩子群，定了！哎呀，我也倒了！我哎，我们9比8，九比八！我差一点，再杀一下！他们都血都还蛮平均的，小雨跟卢米可以打，他们都躲在家，那我们等一下，等翻新，慢慢来，慢慢来，混乱呢！我盯他，好好盯他。不是啊，我进进出出。你又放了小屁孩，小屁孩又来了。哎呦，小屁孩大军，哇，好卡。我来，补起来。哎呦，你随时都可以补。痛！不要，哎，不痛。你在哪？好，对，过了就好了，不痛。没事，没事啊。送你小孩啊。我有小孩好多啊，你不要再送了呢。哎呦，帮忙养一下嘛，一个人养很辛苦啊。谁会养啊？他们被打回家了。所以就哈基在外面，哈基孤单。又死。哈基落单。哦，我们没办法定人。啊，小雨。等等，后退，放心，你血不多。现在九比九，我帮你砍。都不能死。哎呦，可以死一下了，你可以死一下啦！等回血，我回血了。我刚刚补了，我刚靠雨燕先射一下，我刚刚连射好几下，他们怎么没死啊？我原在补血啊！哎呦，我听到叮叮四五声嘞，怎么都没事啊？因为叮在不同人身上。我帮雨燕补一下血。右边有小屁孩。只是个孩子，他孩子是个孩子。嗯，我们都知道他孩子是个孩子啊。我有姐姐。哎呦，好痛！对！他们退，他们怕了。他们怕。小孩子好棒啊！小孩超烦的。小孩超烦。干扰战术。哇，我也是惨的。输出370，承受伤害392。哎、欸，我超多哎、欸！哇！我远距离输出超多。哎、欸，我超低哎、欸！你是补师啊？因为你是补师。嗯。啊！
欸、你比我太低了吧？七十，你也太低了吧？绝对是来混的，好混分的，超混分同分的。有可能他的那个小孩有没有？那应该说觉醒可能就是大招吧，就是可能只能用一次。嗯，因为都只有第一次的时候有感，第二之后就没感了。对啊，他被动好像都没 feel。好，我们刚刚是平原吗？刚没完全忘了，不知道。哎呀，这么小。我们可以换一张地图，我看一下，看起来应该像平原。我觉得最好像是所有人都是远程操盘师。那等下计时赛哦。嗯，好，好。哎呦，五分钟太久了，我们打个三分钟就可以啦。啊，嗯，三分半好了，三分半。好，三分半哦，那就再来随机分队。三、二，哦，有不同，换一个，直接走起，看看要选什么职业。这是什么？不对，你们不是我队友，走开。哦，我是你队友啊！你约过去，我在看职业，等一下，等一下，让我看职业嘛。所以，哎，原来你刚刚是什么？阿银，阿银射手。啊，哈基是那个飓风射手。对对对对。哦，还有什么射手？哦，我要玩个炼药师看看，哈哈。伤害很低哦，超低哦。但他那个回血其实很关键，让团队可以持续的打。好，我先把云月干掉。好，来，那我来浪一下。好，浪一下，浪一下，浪一下，浪人，浪人。那我要收鸽子，驯养者，驯那个远，就是远攻的，都是攻击型的哦。没有捕食哦。对啊，我们就是近远打爆你们。我这个超远距离，就剩哈基还没选了。等一下，为什么按下去之后，他们有跳说要确定右键呢、啊？右键、啊，右键，雷，因为它是箭头啦，在箭头再按是右键呢、啊，有个绿色的。不是，你应该选职业之后应该会跳是或否嘛？但是按右键，它还是在这一排。对，还是同职业？哦，你们他可能撞职业了吗？你选什么？驯养者啊，原来我是驯养者。哇，好聪明哦！绿色就没有办法同样的，我觉得这样不错啊，都不错，对啊，大家都玩不一样。好哦，等我一下啊，那我跳一下啊。也是啊，如果大家都不是打不完哎、欸，伤、欸、害低补得多，打不伤害超低的，是吧？这边好，一直补，一直打，一直补，一直打。好，然后来喽，哎呀，哎呦，这地图，哎呦呦呦，我想说，哇，沙漠，等一下我看一下，先二十秒看一下技能好不好？解除负面，复活或脱离这很伤秒，收刀，哦，下次攻击加五，哦，拔刀术，哦，你就是五秒内、okay、嘿，然后这个觉醒又来了。我这是 1.8 吗？这个射速没有比射手快啊，骗我！没有，并没有。那我要专心补血，我等下零输出啊。那个哎，都看不到那个显示。嗯，都看不到那一条。哎、欸，来哦，战斗了。都不晓得自己的这个武器的攻速到底是多少。对啊，算我到底是。他是有写说你武器的速度应该是快还是慢？要得什么分数啊？这个？时间内杀最多人，越多人越好。哦，难！他打吊死，他吊死，他吊死！不是下去，不是下去，不是下来了，不是死掉了，不是掉下来了，你死了，你死了，我倒了啊，死掉了！哎，他今天好凶哦，他今天超快，我可以吸血，哇，吸血了。不要了，不要再打捕食了，捕食不要啊！对啊，不要欺负捕食啊！哇，家里我要打，我要打路米，不要打我！我感觉我不能1.8哎，他是1.8吗？我是1.8，不知道啊。我是1.8，我有定到你们吗？我怎么觉得没有定到哎？有一点烂，我也觉得我的这个有点烂。不要啊！我太强了，你已经太强了。我在花旗，不行啊！阿基，谢谢。慢打，慢打，慢打。阿基后面，后面，后面。
太扯了！你好扯哦！你被秒！我刚洗还多吗？补起来，补起来，补起来！来来来来！哦，我决定近距离了！来来来来来来！不行啊，他这个鬼要，不行，他这个太强了，他这个鬼！你知道我还可以回应他哎？而且我这招慢打的完全不是那个非常对，我这也是慢打的。后面有人，我这样搜慢慢拔刀。哎，我的小屁孩，谁这样？小屁孩，吸血术，吸血术，吸血术，喂，走开！好惨啊！麦照，吸一下血吗？吸血，他们死了，不行，哦。哦，屁嘞！到底是怎样？看不懂啊！才拿一分而已，我的天哪！我在他旁边附近。觉醒空爵，怎么没有用的感觉？哥，跟他，今天把他给我。快！去死！你不要杀了别人。啊！对不起，小李，笑死了！跨博啦，看不到阿米莫，阿米莫，有可以看一下，你们有一个可以站出来给我打一下吗？我看看这伤害，时间快到了。在哪里？啊，好像打不到，好像卢米不到，来不及，啊，小朋友在打你。哦，好扯哦，这一只太扯了。你那只好强哦，你那只太强了，要变掉不行，你这只太强了。哪一只啊？刺客吧。刺客选刺客了。怎样啊？不行啊，这个太扯了。选刺客了，不行，我们玩刺客。刺客太扯了。哇，来看看哦，有什么？哎，那就再一场看看，谁第一？好，啊，先选刺客。哈哈哈哈哈！觉醒到底是直接强制选？我们俩可以先挥挥看，派一个人互相来挥挥看，他这看他攻击到底是怎样。哦，我继续帮当捕食在旁边，这也等一个刺客啊，对不对？My God！ 哇，哎，一样的队伍哎，啊，好一样。我刚刚是测试有吗？我们被虐了，真的是被虐。选，很好选这个看看，没看过，知道。夜道，夜道超烂哦。好烂啊！没事没事，你玩。我刚刚那个内场太强了，这场选那烂一点的。哦，他说的速度我超无感哎。我觉得你们选一个攻击慢的，我们等一下测试挥挥看啊。因为我刚刚完全看不到我下面的那个攻击条，我也看不到。那就感觉好像 1.8， 可是打出来就没什么血伤害。你说他伤害不是显示在你那个血条，是那个上面的，上另外一个血条，打起来那个感觉很奇怪。嗯，啊，就是不晓得他的攻速到底是要到底要不要1.8？对，我就是1.8一直去打，一直击退而已。没有，你那只刺客明明就是写说用可以用飞刀攻击，然后就你走过来近战一直突。先看一下哦，我的攻速很慢啊。还可以射飞刀，吸血状态5秒 ，OK。他这觉醒到底是什么时候会觉醒？有人的武器速度是魔力，攻击速度是慢的吗？我的是慢的，魔力100哦，你的是慢的。那你站出来，我给你打看看。你一点，你们同队不是吗？你什么职业？你会不会第一刀会比较痛？我的是斧，好，你的一般打我会，你还跳，不要跳，等一下啦，一般挥。六色都是一样，一样啊，两个都一样。你先递上 1.8， 然后挥上来，你懂我意思吗？狂挥，嘿，然后打头里，一样哎，有吗？都是6D 啊，所以都一样，都是一样，所以直接一直挥就好了。对，都是1.8就可以哦。那就来了，等一下，我帮你补好不好？补大满，等一下。
没关系啊，我这是什么职业啊？啊，都是吸血，来了来了，很难打哦，太难打了，太难打，要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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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血时间。不是你刚刚打我打很开心吗？你很开心，很开心，很喜欢，开心吗？他就死了，很开心，很开心。没有，没事，没事，没事，开心，很开心。我看你是打成这样，我很开心啊。干嘛干嘛干嘛？我小朋友，我小朋友。他这超多超多超多小朋友。啊！哈基快跑！啊！这露米神拳，这是露米啊！露米回来了！露米，露米，露米！没刀！不要！不要！哎！快血永远都是满的。你这血都不会扣哎。啊！刚觉醒就烧了也不会扣哎，因为繁星也在补啊。烧了也不会扣，哇！这两个搭配完全无敌。哎，想打繁星，打繁星，先打不血的，先打繁星，先打繁星，先打繁星。我在帮，我在帮，我来帮，我来帮。先打不血的，先打不血的，繁星。哈哈哈哈哈！太阳太阳，现在太阳。哎哎哎哎！哎，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密码，密码，打爆，打爆！什么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看不见，什么看不见？后面后面，血好多，太硬了吗？我怎么又死掉了？哈哈哈哈哈！啊，赶紧，赶紧！完全不害怕。哇塞，哇塞！我要补血。你们可以进来家里耶！我不出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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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收尸了，被收尸了！这都玩玩线了，太平衡了，这职业太平衡，太平衡了，超棒的啦，真的哇 ，so nice， 怎么这么厉害？哎呦，好爽啊，好爽！哎，反正要不要不行。我手好酸哦！哎呦，手好酸，一直一点八，对，九连点粉丝，我也没在管，我也不管前面是我的队友还是敌人，我没有对，穿就对了，就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还是练手速的游戏啊，理解？应该要那个聚集一下，不行，血到血到血。马上又补回来了，我完全不会扣啊你，不是啦，扣一扣一下，扣一下，补回来。哈哈哈！哈，这个平衡，这个平衡太棒了哇！来，首先那刺客变掉，我们最后可以玩一些其他模式看看啊。我赢，我赢了，我打，我承受不了多伤害。到底？讨伐模式要打 BOSS 的，嗯 ，BOSS 对，就是中间会有 BOSS，、哦、那你他是说用近战打他的话，也会有一分，然后给予最后一击的会有三分，所以可能你远距离就不会有那个一分一分的，啊、对，可是有可能近距离打他、嗯、BOSS 可能就会很强，就是可能有一些反击的手段，所以要小心。对，那分数最高的获胜哦，所以杀彼此是没有分的，就是要打 BOSS。好，好，那么呢，我们刺客变掉，其他都可以。好，那就来随机。没有分到对，对，按太快了。哦，我可以加，这是自己加，随缘加法哦，自己要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哦，还可以打人过去吗？还不行，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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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绿的绿的，哎，绿的绿的，啊绿的，哎绿的，哎哎，绿的绿的，我可以选刺客，这样我可以选刺客吗？可以呀可以呀，笑了。啊，刺客被掉，其他都可以。笑死人。选一些别的好了，我要换。收割者，收割者刚刚有人玩过吗？小雨，可以分享他的心得。我刚不太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他还好，被哈基戳死了。对，他会叫一个那个啦，就是也是一个幻影在旁边帮忙。厉害啊！他好像打四下之后会吸血。哦，是会吸血的。打不会动的是不是很棒啊？知道。有用过尖盾勇士吗？我要选选看，你要吗？你选啊？那你要？哦好，那你选。那我来巡洋者。
刚看 Lumi 玩过，好像还蛮不错。嗯，他慢，蛮慢的耶。来咯，中间等一下有 boss 要来战斗咯。好 ，boss 二十滴血哦，把听个盾好帅。哎、欸，先看一下技能，我看一下啊、哦。啊，每攻击五次，降低防御哦。水牢禁锢，觉醒好像没什么用。有看懂看懂，就是进入三秒的吸血状态啊。boss 在哪 ？boss 在哪？看到了，上来就看到了。这个啊，安德，不不啦，感觉要先让人家打、欸。哦，我摸两下，我摸两下了。对，你要摸看。他血好像有点少。哇，这不好。我想让他们动。好。啊！摸什么？摸什么？摸什么？摸啊！进攻你们啊！这 boss 也太废了吧！摸摸摸！他这是在玩什么？摸团体户哦，可以打别人吗？那是可以啊。对啊，谁要打别人啊？我打 boss 就好了。为什么我打 boss 分数比较多？啊，我打牛魔有分诶。啊，可是你们复活要走过来的时间，等于说实在是我不知道哎、欸。那你打我们，我没有，我打死卢米尔，打死卢米尔，打死卢米尔。啊，这样没有扣分吗？没有，不会扣分啊。对。好打玩家好、啊，打玩家，不然打杀技了。啊、不然哇哇哇！你那个防御超高哎、欸！不小心的，不小心的，意外。哎、欸，没事，我们回个血继续打击。干什么？没事，大家继续好了。觉醒了，不小心打到，不小心打到、啊，意外。他这个捕尸就拿着普攻一直打就好了，我也不要用弓箭了。我就这样，你看我打你超痛的。哇，这么强，这么强，超痛的。我继续，我继续，来，没事，这不死，我分数差不多啊，我们大概就100分而已。差不多，还可以，还可以，差不多，还好了，还好，就差不多。他们有小屁孩，没事，小屁孩不会打 boss 的，没事。不朽之躯，禁锢一下，禁锢一下。没事，我打回去。偷打一下人，偷打一下玩家。是。动起来。开始吗？你在玩什么啊？这是什么游戏？这个火力太霸气了吧！这步子很烂哎、欸。没事，先回个血。哎、欸，有人打人。被发现。进攻一下。我觉得我们一起把那个 boss 解决了。换下一个模式。对啊。九条血了还是我满头大问号、啊，超傻眼。大家跳砍啊，跳砍比较那个。谁的心啊？他一直扒我啦！没有，应该是那个吧，愉悦的还是谁的？他只要打怪就会飞出心啊！我的，我想说就你打一打，一直把我往前推，推到打到你们。没事，我帮你捡，你不用捡。臭小屁孩在哪里？我把他打掉。一直找小屁孩，一直跑出来。臭卢米，哎呀！你换边，我换边。我把卢米干掉，把卢米干掉。送他回家，送他回家。哈哈哈哈哈！哇，真的。快点！奇怪的模式，很霸凌游戏，白痴、欸。要么这一只 boss 要会乱跑、会打人才对啊。对，这感觉就是要选那种攻速快的，可能输出就会比较多。嗯，可这个游戏攻速快根本没差，你只要看你弹下攻击痛就好了。boss 完全不会反击，根本没有用，这不是 boss 啊，这是沙包啊。站点那种感觉，抢沙包。嗯，对啊。为什么输出会有负的啊？负的，怎么会负的、啊？哎、欸，虽然我也没好多少啦。同队伤害有。你怎么两点？你怎么那么厉害？坏掉了，坏了。那那我们看看哦，我想一下哦。最后玩这个啊，争夺模式，它是这样子，就是箱子场上会有一个箱子，箱子里面会有十个水晶，每一个会有一分，那每30秒会重置那个箱子，所以重点就是要去抢那个箱子里面的水晶，然后你就会获得分数。那死掉的话也会扣一分，所以也可以用杀人的方式让对方扣分。OK， 就是抢箱子或者是杀人。但是箱子的分数一定都比较多，那一次就10分了。嗯，就来试试看。
最后咯，三十，对，等一下哦，十次，比十次，三百秒，好，好，就来，随机分队，纸队，走起，对，第一个箭矢，他选的速度快的，速度最快的，我选这个，速度。刺客不行啊，一样被掉。嗯嗯，你们刚用过夜道吗？有厉害吗？就是这个废到，就是很他真的很烂，真的很不 OK， 就超废，废到渣的那种。那我来，那我要这个。好吧，我来拿这个艳阳战士啊，不晓得是什么鬼东西啦。哇哇哇！看呐。打爆他们，把他们都杀了。怎么了？前二十秒，看一下技能。好，看一下，看一下。生命之幻影，生命越少，伤害越高。哦，五秒内有伤害哦。哎呦，你 OK 了吗？完了，走了，来哦，找箱子，箱子哦，不一样在中间。不知道，看一下。有可能哦，哎是哎，没有错，哎被偷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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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打玩家啊？偷钱啊！一次偷哦，他们有五分，哎呦，哎他们偷他们狂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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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钱啊！还偷钱还偷钱，杀杀杀杀杀！我被砍死我被砍死了，我被浪给砍死了，哎呦，偷钱啊！谁知道？人偷钱啊！这个拿盾的偷钱啊！那个盾也是浪搞。还没钱，还没钱啦！砍人，砍人，砍人！钱没钱，砍人，砍人！有钱有钱，砍人，砍人，砍人！还没！没钱，没钱，没钱，没钱！不要看，不要看！箱子更新，箱子更新了！没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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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钱！拿光了，钱被拿光了！没钱啦！没有被拿光，是怎样啊？钱拿光了！小雨，小雨血不多，小雨血不多，小雨快死了！小雨不见了！啊！不要啊！喂！我怎么砍你不痛？拿钱拿钱，没钱没钱没钱！老师，我攻速慢。哎，有钱是不是？赶紧钱，赶紧钱！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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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有人偷钱，有人偷钱！你不要偷钱！还没有，还没钱，还没充钱！有有钱，充钱了，钱！啊！没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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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没钱没钱！太白痴了，这东西。14-20，感觉要选一个超级坦克，有没有？我是坦克，可是你是坦克啊，可是坦克没绝技。我砍！哎，好痛哦，好痛！浪人在那边砍我！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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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别着急，别着急，快快快快！有人死了，快死了！这里面好烫啊！不烫，不烫，不烫！不烫啊！不会啊！快死了！烫不烫？烫是错觉！谁谁谁？哎呦，回头，回头，回头！有了，他今天的盾还是有用啊，只是要从背后打。嗯，烧你啊！修一下，磨烧一下，哎，你们怎么不见了？哇，十秒，十秒，那个箱子，箱子快有，箱子快有，你们不要偷，还没，还没偷钱呢，还没，还没，不要偷钱。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哎呀，天哪，天哪，天哪！哈哈哈哈哈哈！世界突然就安静了。砰砰砰砰砰砰砰！哇！不行不行不行！哎呀，这个卡数真的是……哎呦，25-23，完了完了，我不在。没有没有没有没钱没小屁孩，怎么有小屁孩？没钱！露米要死了，快要死了！哇！好惨哦！哇，我这只好慢哦！中间太多人了，领先一分。中间，中间，牵制他们，我牵制他们，阿莫斯。烧我，烧他们，烧他们！哟，烧烧烧起来！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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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和平，和平！瞬间有啊，和平！我加油！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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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哎呦！啊！哎，音乐，他是浪，觉醒，刚觉醒。哎，啊，箱子。
啊，箱子有了，箱子有了。还没，还没，还没。骗我，骗我。没有。我有，我开到箱子，我不是说箱子。哈哈哈误会了，误会了。天哪，一个骗子、啊。箱子快好，箱子，箱子，箱子。哎，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两个！打死两个！哎，我身上有钱呢。对啊，他一阵子才太快，一阵子。二个。哦。我杀他们！我杀他们！翻箱子！翻箱子！哎，开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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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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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你的！骗你的！骗你的！啊！啊，死掉！哎，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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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骗骗骗骗！啊！我死了！靠你们了！靠靠靠靠靠靠！有有有！这波有，这波有！赶紧跑了！拿走，被拿光了！怎样？怎样？怎样？哇！超凶！超凶！超凶！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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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是怎样？怎样？怎样？救命！救命！救命！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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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跳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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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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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哎，准备捡枪，准备捡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有有有有，对对对，对啦！还有是不是？没了，没了，没枪了，最后一个，没枪了，最后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死尸难遇到，死尸难遇到，先杀人。好，能看出扣一的，一定会扣一。死了会扣一，只要活下去。不要！不要！不要！四五比三九，哇，竟然蛮持平的，哇，夺得金币数四十，哎，哇哇哇，你四十也太多了吧？原来都是我在偷钱啊！我偷偷而已，偷钱的，太偷，我都在打架啊！我去，原来这么持平都是我在偷，狂偷猛偷，很会，好，好累啊，好累啊，我们可以换下一个地图了，耶，换别的，这个还蛮刺激啊。其实我反而觉得三打三还刚好，对啊，再更多人的话，那个就会更混乱，很混乱，啊，辛苦了，辛苦了。下一张呢是 1.14.4 哦，点一四点四，好，点四好，来麻烦本机1.14.4，这里上厕所，这玩的好热哦，这真的好热，好想要找个连点城市。拼命，然后跑路就好了。那你会发现你箱子关不起来。刚是有发现的，就是打下去的时候，那个东西会有一杠，然后一个叉叉，代表是在冷却。那它好像你 1.8 也是可以，可是就是它恢复好的时候才会有伤害。嗯，因为我那只攻击力慢，然后打那个陨月，有时候看它没有扣血，然后打一打，忽然间又扣血，就知道啊，大概是那速度。就是平常是击退，然后有那个打了才有伤害。对。特殊的设计，啊，手真酸，白名单有可以连进来啊！刚刚这个酸左键嘛，接下来酸右键，白名单，白名单，等你们，那右白名单，对啊，对，嗯，啊。哦，本期真的好特别。有了，我是依照顺序。有，哦，你戴绿帽哎、欸！你也是哦，你也戴绿帽啊？自己戴绿帽了，还在校园戴绿帽？那是我的箱子在戴绿帽，不是我。嗯，你连箱子都戴绿帽了、啊？嗯，哎、欸，我觉得不行啊。你说手上这个东西啊？对啊，这个不行啊！哦，完美啊！哎、欸，说明这个很重要哦。你要 Q， 我都不知道、啊，我也没玩过、啊。不要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哎，这个地图呢叫做，我看一下，不见，清掉了，清空了，哇，嗯，哇，没了，完了，没了，没有关。这个地图呢叫做奴工大作战，顾名思义就是要用奴来去射爆彼此。OK， 奴工大作战，小夏2016。好像没有其他的说明，就只说击杀十人获胜。好，击杀十人，所以获胜，获胜，感觉起来会是各自一队的哦。快好了吧，就让我们三个一 go go。哎呦，一小选择地图，一小先来一个小虚无。哎，哎呦，哎呦，在哪里？在哪里？你们在干嘛？隔壁啊。现在是开始了吗？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吗？开始了，等一下吧。等一下，太突然了。等一下，太突然，等一下，等一下，太突然。哎，我刚不是填了？不是，这里，不是这里。不是啦。阿信不要，阿信我们这样子，哎呀，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有人剪头。没了，哎。对，还没有剪头。嗯。完了，这个对奴不熟啊。哎呀，这个要很熟悉那个换蛋头。对，那个点头，等一下，没事。小雨不要跑，别都是我的小雨！不要了！我怎么信我？我的努力不要跑，这个玻璃球，我打的，不要啊！我没有投到，没有，没有输，我们不要打，我们去打别人。怎么没有投到？没有投到，没有投到，你怎么可以死？还没死，哈基斯，我到这边抢的，就这样死，快！没有，哈基五分，哈基五分，快，没抢到，他是我的。哎，为什么有时候射哈基不会死啊？哎，我剪头了，剪头了，我被剪头了，我快死了，我快啊，没了。等一下，我们要先这样子，小雨就这样子，先拉好是不是？你啊，对啊，全部怎样？哎，痛，白痴，我的头，露米，怎么你的头没有？我的头，我怎么小雨？哎，可恶，头没。啊，谁投射？哎。用打，可恶！不要跑！啊！我的头！真的被压头了！等一下，我们要那个、啊。等一下，我去找你要哪个？等一下，哈基躲在角落了。等一下，怎么了？等一下，露米，等一下！啊！你要干嘛？你不能一直针对我！你干嘛呀？小雨，这个等一下，我后面怎么有？有了！让我先拉满哥。小雨，不要！啊，你不是要拉高？你射屁啊！你看他没有受伤。我等你拉高，我的天哪！我对你太好了。哎，等下是巧克力接我头。这条危险，不要啦！啊，危险啊！啊！意外！小雨姐，闪！没有！等一下，小雨不要拉了啦！露米啦！你看他斜了！等一下！没有勾啦！小雨，阿姨！我要把自动跳跃关掉了，一直跳。跳跃跳！我感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干嘛？抢别人头？干嘛？剪头游戏这个。大一点，大家血量。我觉得他要大一点的地图。这地图这么小。突然就开始了。发生什么事？这什么东西啦？神话。神话。沙漠啊，大地图。
哎，这有大吗？这有小吗？屁嘞，还是很小啊！哎，弩数变少了，哎，弩变少了吧？停一下蛋，停一下蛋，我停好，停好，停好了。没事，没事。卢米是不是？卢米是不是？卢米是不是？不是不是，你看错了。神话是不是？神话是不是？我死了。哎、欸，我的头，我的头，哎、欸。哎、欸，我也要头啊！哎、欸，吃巧克力。一万一万。小雨，小雨，小雨。没有没有。小雨，小雨，小雨。雨月啦，雨月。哎，我的头啦！哎，有了有了，拿到我拿到了。啊，不要啦！啊，巧克力在剪头啊！哎呀，没有我没有，那是意外，那是意外，我都没拿到，我的我的，那是意外，那是意外，对不起对不起。等一下，我给你投，给你投，给你投！哇塞，哇塞！意外，意外，意外，意外！不要，不要，不要，抢不要过来！啊！等一下，让我们填蛋，填在后面啦！等一下，等一下！我等，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填蛋啊！我等你！哇！黑手，那么过分！等一下，填蛋！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填蛋，填好！停了，填好！填好，填满！填满，赶快填啊！我是不是都把食物送过去给你吃啊？我的天哪、啊！好吃，好吃！哎、欸，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我傻眼！什么啦？我一直把人推过去拿，然后巧克力选完哦。我抢人啊！太火了！全部的头都是偷头的。什么神话？棕色斧头是怎样？哎、欸，你也有，大家都有。哎、欸，没了。你踩到了，踩是不是会变、啊？给你个惊喜，要不？要啊，惊喜呢？什么惊喜？刚给东西吧。刚有衣服有换了一下、欸，好、哦，不是闪了一下，又是穿一样的衣服，没有感觉，没感觉。我只知道这个偷头就对了。哦，还要点那个文字，是不是？哦，这不是成就吗？啊，这是全成就啊！对啊。嗯、我来看一下有没有更大的地图玩看好了。它沙漠就是最大的、欸，你知道吗？对啊，没有更大了。另一个最大的就是树林。应该差不多，这样子怎么更少、啊？哦，有这就比较少了、欸，这比较大。这奴只有三个。它是比较大呢。哎，怎么有史莱姆啦？有分数吗？魔物猎人，在树上偷色，没有偷色，我正大光明的色。你在树上，你在树旁，树旁边，不要不要，等一下那个成就还在跳啊！没啦，还在跳。到底在看？巧克力快死，巧克力快死！没有，我刚吃西瓜东西了。收一巧克力，收一巧克力。不要不要！被捡走了，被捡走了。我死的好惨。哎，哎、欸，这边有楼梯哦、喔。对，那边有楼梯，那边有楼梯。哇，我一直收不到。哦，哎、几块石啊，几块石啊！耶，收到，收到，咖喱，咖喱，咖喱。巧克力快死了，巧克力快死了！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快死，快死，快死！巧克力快死了！啊，卢米、啊，我捡到，我捡到，哇、哦，爽了！耶！哇、欸！我怎么没有人？我不是把别人打残，然后爆爆头快死了。我们要收负责收头的。卢米一半了，卢米一半，卢米快死了。没有哈基，哈基，哈基先，哈基先。巧克力六分，巧克力六分的，巧克力六分的，巧克力六分，打他，打他。没有没有，不是不是，那意外。小雨，小雨血残，小雨血残，先生，巧克力，巧克力，半血，巧克力，半血，巧克力啊！卢米快死了，卢米，卢米，没有没有没有，哎，分数。哎呀，你很假耶，八分了！好痛好痛！小雨快死，小雨快死！完了完了完了！啊，巧克力是两滴血打他了！啊，死了死了死了，玩不了玩不了了，玩不了玩不了！九分，快死啊！几快死啊！几快死啊！你快死！打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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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死啊！快死啊！拿技能拿技能！拿技巧克力，拿技巧克力！我站在巧克力附近，巧克力附近，站巧克力附近。啊！哎呦！哎呦喂！剪头发，剪头游戏。这游戏要怎么玩呢？剪头就对，剪头就好了。太白痴了！哎呦！我看一下那个隐藏地图在哪里。啊！开启了隐藏地图。
就知道藏起来了。我们看看哦，哦，大的哦，哦，大哦，好大哦，地板太大了，好大，超大的耶，天哪！有人在岩浆里面游泳，补个血，补个血。哎，这样子不算别人的。乌米，哇，你怎么回来？破我的头！乌米，哎，乌米血，也不多，乌米血不多。哎呦，快打！哎，我普攻哎。你普攻？我不打我。又被扫到了，音乐。我可不可以打进岩浆就好了？可以，普攻打进岩浆就好了。打岩浆算吗？算啊，算了算了算了，最后尾刀是你的就算。太多成就了！你刚刚按到了，你要成就那个，你看你后面啊，露米，哎呦，没戏，哎呦，好伤啊！有，我的，看到最后一个，打下去了，露米不要走，露米，哇你，哇你，打下去，阿力我的。哈基都偷头，哈基都偷头，没有，我学到精华了，很精头开，我把你，我把你推下去，不要，哎呀！我没有被人家打到，下去了啦！哎，你们互相，好痛好痛！哎！我打哈基，我不管了。哈基，我太快了，打他！哎呀，我收到了！啊，我收到了！哎，还是想偷头，哎呦，不要偷头！小雨，快直接上去，还是不好？你下去！你要钻在边边呐！跟那个，越快水！不用，你下去！哈基也吸的，很烧的。这个游戏偷头就对了。哎呦哎呦！啊，还没十点哦。还没，才九点而已。才够十分钟而已。不好意思啊。你打死你。没血。我们今晚还必走啊。再见。哇，地图小不隆，地图是小的爆炸。到底在玩什么？嗯，有偷头啊？是啊，偷头游戏。等级箱。觉得疲累。两个小时的体力，一个小时内花完。真的。简单暴力，很白痴。啊，好久没当 happy 手了。奖励一小时前有。哎呀，好厉害！哎呀。邀请 party 了，我看到了，好，谁还没进来？哈基。有了。
来啊，耍废时间。嗯，好。六个人 together， 我们来。谁是杀手？兄弟。Double 会有两个杀手。哎呦哎呦。我们可能都是好人啊，所以可以相信的彼此。我一趴跟两趴耶，是正常的。我一趴一趴哎、欸。哇，我一趴一趴哎、欸。都一趴。哇，我一趴一趴。完了，都一趴。平民啊。平民啊。嗯哼，平民。不对不是 ，innocent。村民哦，露米是高手。INNOCENT， 我哪有我在拿东西？没有没有，跟你讲，这样小心的是那个小雨。嗯，他每次都杀手，好不好？我攻，我你有攻哎、欸！你讲出来，你要被砍了，你要被砍了，你小心！完了完了，完了你看中丢了，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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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啊，哎呀哎呀，你在说啊？有有，我捡到攻，我捡到攻，没事。哎呀哎呀，中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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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了。我捡到工，我捡到工。他说你在挥人呐、啊？没有没有，他是小颗粒，小颗粒。哟，他到到处跟我爬。没事，露米露米，快点帮忙啊！露米，我砍那么多人了、啊。好，是这么两个、哦。哎、欸，把露米捡我钱，他就是杀手啦、啊。对啊。嗯。哦。哎、欸，我吃南瓜饭。反正只剩你，哎、欸，你跟影月了，影月还活着，拿南瓜派请人家吃啊？对啊，哎、欸，杀手派是、哎、那个杀手是间谍，我差点，我射飞刀，他来接飞刀，我直接大傻眼。反正反正不要怕，有我在。No， 快跑！影月你在哪里？啊，我一直站在很中空的地方啊。影月，我需要跟你一起玩游戏。不要，我不想，你很危险。对啊，哎、欸，我跟你讲，我杀了十四个人，我队友才杀一个人。我队友在那边，他在我四级那边，他在我四级那边。你干嘛啦？我都要灭族你了！踏攻，踏攻，踏攻，踏攻！影月不要。哇哇哦！你没有头摸他鸡儿，哎呀啊！头摸他鸡，飘飘，还剩下五个人，你还活着？啊，我还活着，还活着。露米刚刚没有射到，不要射我！哇哦！完了，这个不好打、啊。天哪、啊！他攻掉了，哇，攻掉！你摸到他屁股是不是、啊？对，我摸他屁屁了，我摸到他屁股了。啊你呀、啊，我那个在哪？在什么？哭啥？完了，最后一个完全找不到啊！哇，找不到了！哇，哇，十六个人，哎，十六个人啊，十七个人、啊！哇哇，队友杀两个人、啊！哎呀，自己人，我们都是自己人。好，下次你拿到弓我就打你，直接射爆！你看你不该，你不该说的。小雨还很天真，我的我勾杆，我的勾杆，我的勾杆，然后就不见了，就马上过去砍他屁股，哭的啊！哎、欸，我觉得双杀我双杀手这个人好多、哦，杀的好爽啊！哎呀，平民真的、哎、平民，不管他，他拿到弓就射。自己的新的地图，你们旧的，这旧的，旧的啊！圣诞节，你还记得香菜那个吗？香菜群火叉，有些房间之前白色的人，白色的人，全白的，哎、欸，我死了，全白的，全白的，我差要去杀巧克力耶！哇，哇，你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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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个露米也死了，对啊，所以只剩一个杀手喽，小白过来。不是你，没有，我刚是侦探啊。不是你，哎、欸，哦，是吗？你侦探，他是挖，我刚侦探啊。哦，你是想射巧克力哦？对啊。哦，你白痴啊！哦，看到了，还有一个蓝，哦，浅蓝色头发，浅蓝色头发，对对对对对对对。已经咻啊，没中，我还没中。哎、欸，两个哎、欸，两个头发都浅蓝的，我的天。两个。对。哇，攻掉了，剩繁星那把。攻掉了。哇哇，是狂杀！哇，你们三个在上面干嘛？不交、啊我们在观察地形，对。对哎，繁星，
咻！小心哦！哇！哇！哇！抛物线射击！哇哦！猛哦！哇哦！哇哦！你看我在你后面冒着爱心给你，这就是爱心射击！哇哦！哇哦！爱与希望与勇气。那个卢米都不晓得在干嘛、啊，讲了，我就想说你哦，哪都追上你啊！我是好人，我杀手真的一趴了。第一场我是七趴，我说谎，我对不起。你说谎，innocent， 你，躲起来，躲起来，他们要死了，不要走，安哦好，阿七。你看看我身上这个东西、欸、哦哦哟，好啊好啊，听到了，开始了，那个我在你后面，哎，布丁，举着布丁的手指，你告诉我他，但不是我，啊，真的，这是干嘛？哎，在哪里？你在抓住他，你不要怀疑，怀疑个屁啊！打布丁吗？我怀疑了，繁星还活着吗？我还活着。啊，真的是！我知道布丁，他手工，他手工。哎呦，小心有！我有人捡到，有人捡到！哦，他这是射了一箭没箭。哎、欸，这是手工杀哎、欸！哎呦，手工杀！哎、欸、喂，啊，啪啪啪，完了！哦，他为什么换过你？他为什么不去你？他摆在这里。哈，啊，没有，他啊，没有，他拿弓送，可是他没有死，就代表他也是杀手，他捡了十块钱。哦哦，对，而且他还忽略你，完了，我们一排全部洗在这里，死光光，你死光光了，没有，还有繁星，他现在在，他在对面，繁星搞你了，是他吗？繁星，他来找你，他来找你了，干嘛？你后面有人，哎呦，抵消掉，呜、哦、啊，繁星，呜、哦，危险危险危险，差一点差一点。哎呦！爱心射击，爱心射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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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四个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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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哇！哎呦！疯掉！个，等他一射击，飘飘了。布丁人，布丁人。我刚只是买罐药水就被布丁人砍死。噔噔噔噔噔噔，还没买就被砍。对，我掉出来。哇！把这组毁。爱心射击，我知道，我们两个只要一个人先死，是这样吗？你哦，对啦，你刚把我砍死，你也赢了啦，没错啦。对，有找到胜利的方法了，胜利宝剑。哎呀，完全没问题啊！小啊，太多了，差不多，差不多是小雨了。对，应该是小雨。哦，小雨哦，哦小雨哦，我还是平平。哎，不对啊，还有哈记啊，他这个声音怪怪的。我已经很多了，就小雨了，哈记怪怪的，那就是哈记的啦，他这个声音怪怪的啦，他这声音就是他的，好不好？就是小雨了，哈记。我已经很，你手上是不是有西瓜片？哦，你要不要吃啊？我可以喂你。等一下，黑色那个，黑色那个，不要的那个，黑色，二楼全黑的，那我去楼了。全黑，你在干嘛？对，公掉公掉，全黑的，全黑绿眼睛，好。哦，猫哦，那只猫吗？嗯嗯嗯，什么猫？真的没杀死。要四块钱才可以用。啊！我看到了，小雨快跑，小雨快跑！哇哇！你还没看到另一只？我买一个魔力冰淇淋。啊，猫，好一首歌哦。埃德摩里冰淇淋，等一下哦，他这还活着，他这怪怪的哦。哦，对我怪怪的，对我。哎呦呦，所以一个死了，一个死了。哈记该亮刀了，全黑的死了，全黑死了。我来看一下哈记的视角啊，差一点射出去。哎呀，原来是这个。哦，这只是不是？攻掉掉了，攻掉掉了。在哈记，刚在哈记。哦，好恐怖！哎呀，粉红头发，我就不能说了。是南瓜人在露米的身上蹲蹲蹲在干嘛？哎呦，奇怪的南瓜人，讲我看到，露米线什么啦？天，检举他啦！不要，不要，简直啊！踩死他！看不去看，踩死他！哎，弓不是掉在这附近？
楼下吧。楼下。哇，楼下已经守在那里，危险哦！完全没有钱，你们都死了。哦，这只是泰瑞哦。哎哎，赢了！哦，赢了，赢了，被阻止了。哎，大手刀侦探都不在我们这。哎，阿纪不是侦探，他捡到了。捡到了。还有对卢明做怪怪的事。对啊，感觉超怪南瓜人，做得好，乖，怕怕的。杀了他！杀了他！完了，他要当杀手了。要砍掉他。南瓜头落地一死的话，应该就是他了。对，不然就是嫁祸给露米这样子。真的好难过。我就两趴哦，我是好人。两趴，好的。哎呀，小雨要杀人了！哎，不对，应该是正。我要找巧克力，我要找。他隐隔壁，你不要，你不要。他隐隔壁，他隐隔壁，他隐隔壁。拍哪？他在外面，他外面，他外面，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他外面包位置，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这么死命的逃跑，就足以证明我很好了。小雨还追我，小雨还追我，他怪怪的。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不见了，我不见了。他拿钩，他拿钩，他拿钩。小雨，小雨是逃跑。我们在楼上都看到了一切。哎呦，哎呦，哎，楼上的人过来。你干什么？你想乱杀？忍者龟不是啦，我是说忍者龟，他被挡住了啦。哎，哦，所以反正两两两，忍者龟死了，剩一个。啊，忍者龟死了，为什么不打他？都打打打打。哎，这个这个吗？咻！哎，怎么又在上面啊？好有声音啊！我们在上面看的仔仔细细啊，又开趴不揪，上面视野很好。没有，我们等你死啊！等你死，你，我死了。没有没有，这样就可以。好，附身合体，爱心射击！哇，他跑掉了，他跑掉了，他是楼上了，他就楼上了。你们什么颜色？不下了，不下了。白，白白发发，白白发发，黑白发那个吗？他不见了，他好像在一楼，在哪里？嗯。我刚有看到一个白发在一楼，哇、哦，好多人跑过来！哦，哎、欸，我又有人吸 KK 了，看一下，我看，我看，哦，这结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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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不是白发，是白脸的、啊，白脸，白脸，白脸，对，白脸黑帽子，对，差不多，差不多，都白的，白的人就对了，白的，白的，白的。小雨，嗯，小雨要当杀手了，不是啦，不要乱瞄准我，你何止瞄准，你都射了，对啊，我刚不射了，我还吓到，还去挡，还去闪呢、欸，我马上扭哦，那就输了嘛，我拿到我就射你啊，不要，我是行动派的，行动派的，我真的是好人。我也是好人。我这边，我在房间旁边，我在房间，还有露米。没有，我真的没职业。红头干嘛？红头买水，红头干嘛？没事没事，我听到我就吃掉声音了。你真的是买水而已吗？买水啊！快快的哦！不要在我这了，走开吧！你买水为什么不来干杯？因为我再去捡很多东西。哎，有人打字的啦！不要换一批。什么时候？爆雷爆雷！有人说是谁的？谁啊？小雨啊？不知道，不知道。我跟你讲，巧克力在哪里？他在一楼，他在屋顶，屋顶空掉了，空掉了。哦，所以你是手上还没拿东西就被爆吗？还是你刚好杀了？我刚还没啊。哎，那个可是旁边没人。死了死了。嗯，小雨死了，小雨死了。坏坏。坏的坏，哼，看到没有？死一眼无聊。哎，麦克华斯基的那个哎，毛怪的脸。我该还在看我的尸体被砍了吧？我嘿嘿，看哦，他就直接用麦克华斯基哎。对啊，这个剪掉。我死在麦克华斯基旁边。麦克华斯基杀人了。是不是你？哦，是你哦！吓到我，吓到我！
亏我马上喝无敌药水，各种爆雷呢，直接问了。嗯，这恐怖啊！哎哎，我的药水，我来不及喝了。还有谁活着吗？活着吗？我好，加油！加油！你还活着？出去了。那我还活着，你活着，怎么看到你？啊，有时候会看不到哦。来找你，你在哪里啊？你可以，你不可以讲哦，你讲了会被知道哦。在哪里？我来找，我来找。阿吉在哪里？在哪里？绝对拿不到你。不会是在这里吧？有保护色的。啊，这块有西瓜哦。不是啊，哎哎，真的在这里。哦。麦克华斯基那边，我看到，看到，看到，哇哇，哎呦，哦，麦克华斯基，这只乌龟吗？这只吗？哇，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麦克华斯基，没射到，有没有？没有，他现在去，哦，看到，看到，看到，有看到？我死了，他刚一直在你隔壁，后面的那个，刚刚跟你在同一区的，对，死是他。我直接换下一场，应该就有不同 P 了。好，我刚是想说，哎、欸欸，阿神，阿神，换一个吧。那跳跟跳跟跳跟，阿神的皮肤、欸、这假的，对啊，他怎么可能现在来玩 Happy？ 变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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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性变。嗯，在我的速吸都变。不，你怎么了？你是杀手？对，我刚杀手，好爽哦！你跳不跳？好难过，还想当杀手啊？还不跳啊？可恶，再不跳啊！哎呦，冰冷色，你直接讲的呀？花多少钱？嗯，我消失了，我看到你了。不要在外面跑来跑去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开始了！我要居家隔离。哎呦，要隔离。哎呦，哎呦，啪啪！哎呦，阿静杀很开心的。哎，感觉阿静反应女人都是好哦。嗯，对啊，我是好人。嗯，哎呦，哎，好人。哎啊啊！你死了？没有了，我想吓吓你了。哎，怎么又是布丁头啊？又是布丁头？嗯，有一个布丁。好，不是他可能说是杀手吧？哇！你在哪？啊！目标了，知道了吧？好，努比小心哦！哎我死在你旁边。啊？来，你自己猜为什么？你自己猜为什么？我有一个飞刀。穿西装的，穿西装的，还穿西装的，我看到穿西装的了。你中是泥蛙，真那个杀手要死，那个杀手要死，那杀手要死，哇，真的掉。哇哇，嗯，他后面秒，他后面秒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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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捡到我捡到。哦哦哦哦，他为什么在吗？他为什么还在？哎，他放过你三次哎，我没有，前面有人挡住啊，我没有意外，好没意外。只是暂时的，只是暂时的。啊，不见了！宁甲消失了！啊啊是啊！你知道是谁了？大家的眼都是一样。啊！毫不见色用的语言。啊！你还活着哦！哎呀！护抵消了。哦，在这里啊。对啊，哎、欸，那个人一直挤在我前面，他不要。哎、欸，你会看到我，嗨。哎、欸，啊那里，啊那里有黑房。可恶！我还想说他在水里。哇、哦，嗯，没有这么用。是谁？是谁？穿西装的。这个，对，穿西装的。我前面的男生一直卡我啦。哦、我给他蹲两下，给我蹲两下。假的，这都是暂时的哦。人性本恶，我躲过飞刀，没事。天，跟他卡来卡去。
这两个哦，骗这两个哦，这两个都是对啊。喂，中！哎呦，哎呦，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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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干嘛？他干嘛？他觉得你是杀手？是他吗？剩两个，那就是他吗？他亮刀，他亮刀，亮刀，亮刀！就是坏的，就是坏的，他骗我，就是他，他对哈基蹲了一下，蹲两下，我也蹲两下，然后我就略过了，我就死了。哇哇哇！越来越尴尬，越来越尴尬。哦，这个勇者，勇者，勇者，就是挡我的。哎。他找不到人啊，他不知道人在哪兒、啊。他看不到，看不到。那个勇者找不到人呢。啊！哇哦，勇者！哎呦，啊，他眼瞎！哇，潜行哎！完了！哎呦，互相抵消了！哎、欸欸，为什么？抵消、啊，抵消，抵消，抵消！在哪？在哪？在哪？躲起来！恐怖游戏。嗯。嗯。他不会砍你们，到时候也是平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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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间谍队友，累死了。还好有繁星爱心射击，射了两个，棒棒。露米，这个可以去那个、哦。哎呦，给鲨鱼咬一口。嗯，我知道。你不是喜欢鲨鲨？给鲨鱼咬。哎呦，我们去给鲨鱼咬。我们要塞这边的，我觉得是这边。嗯，防弹衣的猪猪妈妈。咪咪，要腿上还有枪哎、欸！保我们！腿上有枪哎、欸！你干嘛？鱼月，鱼月干嘛？我死就是鱼月。啊！哈哈哈哈哈！你们那里好多人哦！你看妈妈，你看妈妈，你快看，你快看！你看妈妈，哎妈，腿上有腿上有枪，他腿上有枪，根本就是妈妈。妈妈先转了。妈妈吓我哎！你看，感觉仿佛听到他的声音。我就要死一片了，怎么办？好多人啊！我也觉得越来越多人了，那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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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里怎么过去啊？哎呦，哦，有人想要鞋子，有人直接喂鲨鱼了！完了完了，越来越危险，有了有了！哦，这边安全啊！啊，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哇，跑了跑了，妈妈是掉下去了。对，妈妈妈妈不会跑，妈妈不会跑，你看。对面的企鹅怪怪的，对面企鹅怪怪的，还站在云燕的尸体旁边。我卡住了，你还是动不了，不行，你卡在哪？你卡住这里，我可以卡这里。我动不了，刚有一点点那个，你是不是怪怪的？哎呦，飞刀，那个白的，没法，那两个都是啊，那两个。什么都没有，我坐在这里。我去看哈基、哦，他都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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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哈基卡在，哈哈哈！你怎么在我卡住了？都过来，他都过来。哇！完了，完了！哎，别别别别别！过来了，过来了！哇！露米，你打露米不要乱！我怕。你喊他下去，还上去，还上去了。小雨在这里。哎呦，你们打我一直在这里啊！救他，救他！哇！我什么都没有，我只一直在这里。看到你了。他是没有砍哈基，是不是怪怪的？妈！完了！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我看到了，他看到了，看到了啊！都死了，是影月，对，是我。影月都死了，你要死多久？然后第一个死的吧？繁星还在吗？死了。有人跳下去了吗？我是被飞刀的。哦，我知道。然后你才看到他。小心！恐怖啊！完了，完了！没事，没事，没事。哎呀！管就是来鲨鱼这里吗？我也要准备来射杀他说。那杀手喜欢吃披萨，哇，他很特别，喜欢吃西瓜口味的披萨。哇哦！哇哦！哇哦！老塞，老塞，好可怕哦！我一定是个大好轮。
哎呦，好人，要躲猫，这个布丁就好好恐怖哦！我的天啊，我有多新的东西啊！哎呀，我跟着个布丁走，你有多新的东西，应该怪怪的哦。那个布丁感觉有荧光剂耶。对啊，布丁有荧光剂。你要看他正面，你要看他正面。等一下，布丁是不是怪怪的？为什么好像有飞刀的效果？我看一下他哈。哎、欸，布丁，海绵宝宝，你也太呛了吧！这是海绵宝宝。哎、欸，对，海绵宝宝，他的眼睛超海绵宝宝，有一只很呛的海绵宝宝。泡茶喝。哟哦哦哦！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哎呦，人去到了啦！哎，去！哎，不要怕，我要平民呢。我等下把聊天关掉。哎呦，我看到一个蓝绿色头发的。那个，我在骑马头发嘛。攻掉了，攻掉了，攻正中间，正中间。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哎，你好，你怎么把马骑到二楼啦？啊，这边有楼梯嘛。他是要砍你了，是要砍你了。哎呦，哎呦，要攻啊！哎，攻有啊有啊，没有人捡，还是因为杀手在那里。在。能看到啊？怎么又干嘛？在房间里面是不是？捡到我捡到了！哎，阿金，哎，喂，就知道怪怪的，我剩一个，我剩一个。我想说他怎么捡不到？蓝蓝头发就是他。一个死了，一个死了，只剩一个杀手。还有一个，哎、欸，有没有听到我大叫的遗言？哎、欸，阿基，为什么马会不见啊？马死了，马被打死了吧？哇，是马被射死了。对啊，应该是。是阿基吗？不是，是，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不是，阿基，你为什么这样子？哎、欸，没射到，射到墙壁，完了，墙壁啊！快点挡，用马挡他。哎、欸，这个马，海绵宝宝，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啊，小雨，那是啊，你了，小雨还进我死的，你怎么骑过马的？哎，露米，马好慢，没有，我死了，哦哦，跟我在一起的妹子，一些无赖，你才是无赖。坏人阿基，我刚看你在中间跑来跑去，都还不杀，我想说你应该好啊，在那边演。我在看哪里可以躲，在找目标。对啊，好可怕、啊！哎呀，平民啊，平民！哎呀，哎呀，我去坐缆车了，我要暂时不能这么坐。我妈！妈在搭缆车，因为在你前面，我妈在你前面，我看到了，看到了，她要绕上去了。哎呦，晕漏的，哎呦，有人死了。我们在搭缆车，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要带我去哪里？我也在搭缆车。我妈不搭了，她怪怪的，她怪怪的，啊、她躲起来了。啊、小雨死没有？小雨不在搭吗？哇，没有，我还在搭，谁死了？谁又死了？我死了。露米死掉了，好的。我在开心残血、哦哦。那个缆车那边有一个白白人，全身白白的。猫保护你。在上面，白白的。我打了一把。全身白白人。北极熊哎、欸、他。白白人在上面哪里？有一个全身白白的在上面。他在那个缆车那个柱子后面偷杀人呢、啊。哦好。噔噔噔噔。妈妈，冲啊妈妈！妈妈跑了，嗨，走了。哦，我看到。哦，哎呀，赖跑兵，他下来杀了，进房子。他冲下来了，进房子。好、哦，但还有一个杀手，要小心哦。他在上面。就是走，哎，飞人，有人帮你挡刀、欸，哎。哦，神枪手，哎呀，对对，随缘杀。我刚才是随缘啊。好爽、啊。还有一个、欸，哎。还有个是那吗？刚好像看到拯救啊！雪崩要来！雪崩要来了！快跑！可是有人说雪崩不会死哎、欸，小野要试试看。我不要，我很衰、欸。看看啊、不要了，我很衰、欸。我看人家说不会死，我试试看。哎、啊欸，会！哎、欸，不是杀手使用飞刀。
哪里？是吗？对，我看着他四个，然后就接刀。哇！飞刀从我这边来的吗？我看到了，我没看到。这边来的，完全没看到。等一下，这个拿弓的为什么？我怎么不射？那是快艇吗？烂炮兵，烂炮兵。在哪里？在哪里？哎。你好会吃哦！哎、欸，他是朵拉吗？哎呦，是那个吗？他是穿衣服的，他是 Dora 吗 ？Dora， Dora， 这脸超甜 ，Dora， 恐怖版的。哎呦，因为他寄生你们呢，我死掉了，我已经死了，剩下我了吗？郑允月，郑允月，我没有武器可以弄他。哇，弓在哪里？郑允月，弓在哪里？我弓在上面了。对。嗯，好哦哦，这哦，这他又倒了，剩下三个轮。哦，他在上面缆车，有人去捡弓了。哦哦，哇，这个戴口罩的史蒂夫，哎，六六六，还有无手套，这样帅帅帅。拍照拍照，真的这个会被绿幕到吗？欸、这个绿，可以啊，绿不会啊，这么多人应该没办法拍。哎呀，我平民，平民，平民都没当到杀手，我的杀手会死掉。哎、我一当到一场还露米怪怪的，他偷钱，露米真怪怪的。哦、我最喜欢偷钱、啊，一次偷两个人的钱哎、欸！哇，我做一块钱怎么会听到两个人？卢米说谎，你偷了我跟繁星想要的钱呢、啊？那、啊、就是两个人、啊，好爽哦！他自己干嘛？我只救他自己。哎呦，我只救他自己。哎呦，他自己不要逼我哦！逼，完了完了，他逼我，他逼我了，他逼了，他逼了，他逼了，我要掏出我的大手枪。白色头发的，走开！我不信你们，我信你。哎，干嘛 ？Sorry， 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你是不是没有？你不带把，他就不带把，他怪怪的。哎呀，他没有小手枪，他没枪，他没枪，他没枪。哎，我射到我。这边是榴弹区哦，要小心哦。啊！我再买，我再买。不要不要，钢铁人不要过来。那等一下，等一下就死了，我可以跑了。你来啊！对决啊！恐龙干嘛？不要害怕、啊！恐龙要干嘛？恐龙走！对枪啊！哎呦，要爆炸了！要爆炸了！要开始爆了！被崩啊！被崩啊！被崩啊！小恐龙干嘛？小恐龙！小恐龙走开！没事！哎、欸、哎、欸！啊！没走！哪里呀、啊？想要骗人！哎、欸，这里哪里有角落？雨月，雨月，雨月，我看到了，真的是雨月。没有，你没看到，啊、你没他直接砍了哈基，跟 K 困呐那个吗？都卡住了，困呐 ，K 困，哎呀，他困啦，倒下来了 ，K 困呐，每个都 K 困，完了，羽毛之类的，因为你的伙伴是谁啊？啊，我的伙伴是谁啊？招来，好问题呢，我没有看呐，我被夹住了。我被夹住了，我被夹住了。你看到我是怎样？我看到你卡在那个，哦、就是你被里面那个栅栏门夹住了、哦哦哦。我觉得可怕，我越来越低了。没有，我看你一直在原地。我是跟哈基刚刚一样、啊。你到底跟谁？好晕哦！你猜看看呐、啊。好晕哦。啊！我也卡住了，完了，完了，完了！哎，我们一起解脱，我一把弓。走走走走走，一起走，走走走走。没有没有没有，我射你。哦，我喜欢射人，不喜欢被射。好好好。我还有谁啊？这流马哎、欸欸，不能骑。我还活着、啊。哦，我看到，我看到，看到，看到，快躲，快躲，快躲！你在哪里？速度没什么在砍。哎、嗯，杀、欸、死了！哎、欸，你看你死了，我死了，他死了、啊，他也死了。我把那个杀手引诱到垃圾堆，杀了他。哎呦，西雨为什么跳出来啊？
好爽啊！哇，还好没相信他，刚蹲两下哎。嗯，蹲两下是间谍，坏人，而且死了还不讲，我一直很担心雨夜，你知道吗？我刚刚有说走出来了，呀，他前面就死，吓到了的，呀，呀，对，你是很爽啊，村民，我这样平民命，我觉得他就怪怪的，哪有平民命啊？你侦探命吗？你跟我侦探命，看到第一命案。我预言家，我预言家，预言家，对，乖乖，他乖乖，他预言巧克力杀手，顶下屁股，预言巧克力是杀手，哎呦，是了，是谁？哈基，你是动刀啦，哈基，我死了就哈基，哈基乖乖的哈基，死了，哎呦，攻掉了，攻掉了，火把这里，反星是不是你？是我，小心。你不要！好恐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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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还有！救命！你居然用飞的！啊！弓掉落了，在哪里？我！哇！哈哈！没有抓住 ，Sasuke！ 哇！哇！再杀十个，再杀十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想道歉就躺下来吧。对不起。哦，杀红了眼呢、啊！赢耶！红杀，红杀！不要！因为从地跳下来，他以为我要上去的、啊。对，一个晃点。直接玩巨魔等于用过头一招，然后往上走的感觉。我这边哇，那个那个吗？哇，另一个杀手做事了，另一个杀手终于做事了。是那个吗？那个刀剑里面那个狙击那个女生。呜哦，什么奶什么对不对？吃奶吃奶奶什么？什么奶？剩下一个平民，干嘛？在干嘛？哇哇！他不知道是他哇！耶！他被你们两个玩弄啊！哇！我在这关杀了全场，繁星也是，真的对，这是我们的面图啊，我们的面图啊！哎，九九，九九，黄金体验的，黄金体验的，有一个。哎、啊，看到，在这里，好像五代的，是不是？嘿，我也是只看那一代而已，是吗？最近在第二三，听说四不是只是看看就好了、啊，啊，是哦。嗯，哦，是哦，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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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看到小雨吓到，为什么要看到我吓到？被你吓到嘞，我的天，欠你钱呢，欠你钱呢，不对啊，我省巧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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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要跑？捡钱，嗯，这招数捡钱。我死就愉悦吗？九没事。哎、啊，你又不在我旁边，我在你对面。你看到我？我看到了。我死就哈基，我死就哈基。我们一起死吧。哎呦，啊，我允许。哎、欸，其他人弄到我，是我的手枪。在哪里？这是要爆炸啦！特效要来了吗？真的不是我们自己人？嗯嗯，哎呦哎呦，杀手死了，舅舅死了，杀手死了，舅舅死了。哎，你够杀死舅舅？这好强哦！我以为他是好人呢，他就射下去了。哇哦，武器不好恶心，躲起来了。哎，我被击中了，爆炸喽！攻掉了，攻掉了。哦，楼下商店的墙会被炸掉。对，它会改变一点地形。哦，有哎，树也变了哎，对，那个树就可以爬上去。特技的准备，哎呦，有飞刀从我脚下射出去了。脚下？从你脚下？从我脚下射飞刀出去了。来去挡，来去挡。晕了脚是杀手，晕了脚，晕了脚，晕了脚是杀手。还有小刀，哇，这也太强了吧！鞋底长刀。哦哟，脚底的飞刀。脚底飞刀。我试一下。脚底飞刀。
脚底飞刀。哦，哎呦，我觉得我躲得很好，我不要动，我就这样。哎，看看啊，看不到、欸，对耶，有什么一个人跟到我后面？到底是谁？有一个黑色恐龙在睡觉啊！有一个人在追我，这黑色恐龙在干什么？黑色恐龙是哪只？死掉声音。有、嗯，我前面的人死了，好像是那个红，哎，谁？还是一次死两个？哦，他一次死两个，他乱射人。哦，他被人家吓到了。被吓到？没有，我在玩躲猫猫啊。诶？诶？在哪里？你在乱射是不是？有有有。乱射玩具枪？不是不是，有箭矢。有东西飞出去的样子。对。环境有那么敏感。史蒂夫，史蒂夫，很奇怪的史蒂夫。诶，破破烂烂史蒂夫。哦不。我掉了一把，我掉一把，我输了。是不是？哇，躲猫猫就好了。对呀、啊。哎呦！我从哪都躲。在耍废。不是啊，我出去每次遇到人都死，然后我躲起来可以活比较久。你可以替我们找到杀手啊！我不行 啊。可以啦。我每次看到都是啊。那你要播报视野位置。没办法。我死了就谁？我死了就小雨，为什么我根本就没看到你？我死了就雨月，我看到了，我也看到雨月了。死了就小雨，小雨快快了，他是盖伦、啊。我死了就你们两个，我死了就露米，盖伦盖伦，我死了就盖伦。是啊，哎、欸，小雨小雨是小雨啊、哦，有个白白白白头发，好、欸、白白黑黑白白黑黑的人，白白黑人 ，NKOS 是不是？好像是。你说无常吗？那个不是不是头发一半一半的那个，我死了就白痴。对，就他，他前面，他下面，他下面，因为我们右前面。哎、欸，是你后面有钱，快点。他不上了，他不上了。我、哦、那个，啊，我老爸。我是哪个？我没有，我只有这个。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他在后面，他来了，来了，来了，快跑，快跑！他来后面啦。有侦探，有侦探。跟谁出？侦探出征。啊，侦探没射到啊！侦探没有用，侦探没有用，侦探没有用，当炮兵！快跑，快跑！啊，没追，没追！他记好安静哦。他追，他追，他追！哇哦，哇哦，哇哦！我以为他不追了，他在追。哎，墙上这个长矛真的做得很好看。哪个？他记隔壁的墙上，这个不错。哎呦，可以哦，拿起来用啊！早知道我刚刚叫他在这里了。你们那边崩了，我们都死了。你这好像是板擦哎、欸！哎哎哎！你好烂哦、喔！你好烂哦、喔！完了！三把弓都没了！哎呀！完了，阿七耶，你也崩了，笑死，好笑。哎呀，马上看到彼此了。哎呦，互相用弓箭。连刀啊，他要死了，他完了。哇哦！哦哇哦！嘿嘿嘿哟嘿哟。有，哎、欸，有那个、欸，那个拜拜人，哎、欸，方块拜拜人两只、哦，我以为是糖豆人，不是，感觉很像哎、欸，哎、欸，这样糖豆人很像杠杠哎，哦对，啊咔咔咔，杠杠是仙子，杠杠，对啊，杠杠，杠杠，要讲清楚，他已经出国深造了，对啊。阿弥陀佛，不要陆家，阿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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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是互干嘛啦？你干嘛？互为狼啊？没有，你是互相 cover， 不可能。阿纪阿纪阿纪，哎，准备准备，阿纪，露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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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等一下，露米经过这边，露米快快，露米快，露米刚刚经过那边有尸体，对，露米经过尸体，露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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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阿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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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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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露米会小雨，
哎呦，又死了！哎呦，哎呦，露米手是不是很痒啊？哎呦，那刚刚，哎，露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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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豆人，露露露露露露露，还甩锅，你看还甩锅，他不甩在我们身上。唐豆人都已经躺在地上了，还有一个唐豆人在我。露米拿到，我看到他真的拿到了铁剑，露米是铁剑，就是他，射了再吃铁剑，先射嘛，还你个清白。对嘛，你丢出来我们就还你清白了。露米是铁剑，我是杀的，我早就砍女月了。我看着他脸，砍我了。我说如果我是找到干眼，你可以洗清我清白。小心哦，露米，你干嘛？你干嘛？你不要靠近我。他拿刀，我看到了。露米，我就死了，相信我。不是我啦，他拿着，真的不是我。大家都想你的铁剑哪来的？哎呦，啊，我吃一块，没错，我在看到的，放下屠刀。哎，不是我的队友呢，我的 partner 呢？死了吧？他也死太快呢。我不知道我队友是真的死了吗？没有吧？我不知道。哎呦，他接。你修。啊，不是，他长得好像，吓我一跳。哎，真的好像哦。对不起，吓我一跳。哎，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怎样？哎，好了好了，真的死，真的死，真的死，霸凌他，露米，吓死我！杀手不想我是谁？露米，你觉得是谁？露米，有没有？对呀，啊，不是我啊！你越死了，在刚刚外面的地方。我刚刚在同一个点，我在一直在同一个点。在哪？你们在哪？刚刚对，发现露米刚刚在这附近。我这边一大堆人呢，你怎么不在这里？对啊，这超多人。可是刚刚影院都堵在这，嗯，哎呦，你十一怎么反过来？是我们来找你啊，露米。哎，你又来了，你不要来了，啊！完了，炮兵，完了，没事的，好可怕，哎呦，他传错了，你不知道我怎么那么那个了哈？哎呦，正常，因为在传会那个，你在传送那里啊。他走右边走了啊！没事的。你射射前面。好，我射前面，嗯，真棒。没事的。好色啊！你们看啊，他是又传走了，走了？你是又传走了？我没有啊，我就是顺的跑而已啊。卢米，哇！等你落地哦。啊，好爽啊！还装？哎呀，我看你经过的地方有尸体，走边边角角。来啊，那个最后一场要小心繁星哦。没有了啦，杀手3%而已。3%是最后一场。看了一下，没了。繁星，哇！不是你，你们在哪里？刚刚雨人在你后面，没有，你相信我，这次真的不是了。你相信我，你不要走，你怎么跑那么快？我带你去找雨月啊，好吧。啊，我在游泳池旁边啦、啊。我手只有地图跟盔甲架，哎呦，死了！游泳池旁边有飞刀哦。你看，咖啡色糖豆人，咖啡色糖豆人，真的不是我啦，我赶快找钱呐、啊。哈基。哈基拿到了，灰色的，快跑！咦，灰色进去了，好可怕！你知道干嘛？哎，这里有尸体，想念另一个唐豆人。哎，这边有弓，你快过来。嗯，这个绿绿的人有弓。哦，他走另外一边啦。哦耶耶！下，哎呦，太公，那你要砍他。我就只有啊，我连金钉都没有，我怎么砍？用手。对啊，另一个杀手是哈基啊，唐豆人跟哈基。为什么？哈基？哎，是不是？不是一个词了吗？是不是看到？如果是的话，有一经过就砍下去了。啊，一个已经死了。对啊，嗯。我想说让你们去射哈基啊。啊，弓箭转移嘛。对啊。坏人。还想玩？哎、欸，没射不进去！哇，又射我啊！你要再重新捡钱了？哇！
小雨骗我钱。你在乱射我。没有，我在帮你针灸。针灸。有玩游戏玩到十块钱，好爽。哎呦，我一块钱，然后两个游戏玩一块钱，玩到十块钱。刚刚哈基也想射你，他在瞄你。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不是你，我就射死哈基了啦。不要啊，要也是射你啊。你不要。哦，端游戏天了、欸！哦，我可以射两次哦。弓箭呼啸而过的声音，可以射两次哦。我看你应该是蹲着走，你应该你要蹲着走了、哦，蹲着走了。这叫你觉得你为什么站不起来？我可以，不行，你蹲跳可以。你现在一直蹲着啊，算我没看到你。那整个蹲跑哎、欸，打雷喽！要打雷喽！要打雷喽！打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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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攻掉了，攻掉了，又在外，掉在我们附近的，会掉我们上面，不是在外面吧？上面吧，是打雷死的。哎呦，那什么？你干嘛乱射人？这干嘛？我杀的，我杀的，我也杀，我也杀你。乔哥要杀我，杀到别人啊！他自己想杀我，我把他杀了。都想杀别人啊！杀成一片了。互相残害嘛！后面你在哪？我在外面啊！我是该杀你了。来啊！我在游泳池等你啊！哎呦，哎呦！不是啊，我们要死在里面才好看呢、啊。过了，掉落。超白！哎，不是，整个都是一样的。我已经看到你们的动作了。我看到，看到，看到！够！看这斧头，斧头。哦，有了，看到了。在哪里？在哪里？哇呢！他划过你的头，我竟然躲过了。啊、对，他把旁边的人砍死了。啊！好卡哦！打了一卡卡。啊！我们人都死了。哇！就你们哦，以为会获胜，在那边自己人乱射了，射起来啦，瞬间少了四个好人，真的。见底了，我看到 Ruby 举个弓，我说不对，我先开始先拉弓，就死了，输了。隐约也是射 Ruby， 对，哦，赢了。他要拉着弓啊，我说不对，我要赶快拉弓，赶快上天，孩子，笑死。一群间谍，好啦，休息啦，休息啦，辛苦啦，晚安，晚安，拜拜。好啦，感谢今晚周五巧克团的收看，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大人 pass， 所以就嘿玩了 happy 手。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啦、啊！右手好酸哦，第一场那个左键点到快痛死，这一场右键点到快痛死。好啦，感谢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哎，对，还有那个团团的那个啊，明明就罗那个罗跟驴都一样的东西。他们造型只是皮肤颜色不一样，对啊，所以最后还是有算一分啊，因为他们连出题的人都不知道有驴这个东西，有罗啦，啊、哦，行，离开，我还没有走啊、哦，你们那些已经先走的，那就拜拜啦，感谢林奈的死港。我现在对吧，不能播版权的歌啦，结果我那个我连记录档都不能，就算没版权也不能播，欸，他说已遭到什么封锁还是什么的，所以没办法播版权的歌。要到12点吗？可能会有，看我画的怎样吧。好，去尿个尿，播个广告，尿尿播广告。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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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昨天吃到，今天又没吃到。啊？为什么？照理说不会吃到啊，不是有会员吗？画画时间对啊，不过这次画画要播没版权的歌了，不然发现我每次开画画的台啊，那个都不算盈利。哎，我看到那个了啦，结婚的广告了。好好笑的哎，还怪女那个什么老婆太早出现，让人家偷情偷不到，怪老婆偷那个太早到，而且又胖那样子。嗯，耶，啊，又是这首怀念的歌。我们昨天画到哪里了？好，苦力怕准备炸了。小，还是想玩魔物啦，可是我魔物要开台，真的画面都卡卡的。奇怪，一直都没知道有没有装外挂程式啊？关掉嘿。再两张就好了、欸。我在构图，我在想要怎么画音乐。听到马上想睡，是不是这一首太好睡了、啊？怎么样？还是只是这一首啦？不是，啊，就这一首啦。耶、yeah!！而且那个小剧场还蛮多人看的，因为之前剪小剧场是因为当时都蛮多人看才剪的，而后面剪的小剧场就比较少人看了，主要会剪小剧场，主要都是麦块以外的题材啦，因为大家都看不懂，我花时间剪出来啊，流量不够高，就真的懒得剪那些影片，所以才会剪一些就是我自己觉得其他游戏好笑的片段出来这样子。我刚刚马上腿上有抱一只成龙嘛，那个，欸，有人没看过吗？我弄一下哦。我刚刚腿上是抱着这只成龙，然后玩到，哦，我的腿好热哦，马上把它丢到床上去，太热了。这成龙很可爱耶，
做的很，这样讲比例呀、啊、线条那些完全都不雷，我是很喜欢啊。而且成龙是拉普拉斯，应该说拉普拉斯是后面才有改，不然以前的拉普拉斯我其实他的线条实在太尖了，让我觉得很不爱。因为以前我看一下这只的话就是脸比较圆嘛，这样子，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那以前的话咧是超级长，然后这耳朵也比较小一点，这样子。以前比较这样子的感觉，啊，之后的阿普拉斯因为他的脸变小了，我就觉得哦，这个我可以。问一下哦，你们有人有穿牛仔外套的吗？我想问一下，大概牛仔外套价格是不是都在1000到2000左右啊？因为今天不是今天啊，看到聊天是说今天，因为我一直想买一件牛仔外套来穿，一直哦，一直都很想穿哦。那只是我真的感觉我外套就那几个嘛。常出跟人家出去就穿灰色外套，然后如果只是随便穿的话，就穿我另外一件外套，那再来就只剩下冬天的外套了。大概500台币内吗？因为哦，还是我跑去看到 Uniqlo 的。看，对啊，因为我是有看到 Uniqlo 的，有到1000-2000以上了。啊，我只是在想，因为我没穿过牛仔外套。好啦，这个允许你显示好不好？没穿过显得，因为我觉得牛仔外套不会热哎、欸。比较热的就是那种帽 T 毛绒类的吧。某名牌要价5000，我想说，有时候出去想带件外套，但是外套没有比较适合那种夏天穿的，那就是那种真的薄到很像雨衣的那种外套啊，这个我就。又还好不想穿，感谢风仙的50港币。忘记影院的衣服穿什么？影院的衣服。哎、欸，我靠！我打影院有关键字是衣服哎、欸，它是有，就是帽 T， 它中间有没有口袋啊？没有。哎、欸，我看有两个版本哎、欸。你们印象影月的肚子有口袋吧？什么关键字有什么？影月与杰克女仆装的麦克风，女仆装与麦克风，大小。经常穿要买贵一点。有吗？哎、欸，我看好多版本都是没有的、喔。啊，那就没有吧。感觉头这么怪怪的。不起来哪里怪？
脸是不是有点小？没有啊，是头太大。耶、欸，不对啊，我要看一下我群组。因为刚昨天动身，有人家有岛民生日，因为开台开到忘记去，噼啪碰啊，是这样了。肩膀酸，如果要听歌的话，就是我重新串流才能播歌，然后就是花花的记录档就是整个报废掉了，就没用了，这样子。关个机器人哈，还是我机器人根本就没开？哇，机器人是没开，那算了，算了，算了。外面关台没有啊？每次结尾都只是结，如果万一影片用得到的话，就结一下。啊，然后很多人都。就一听到拜拜就跑光了啊，现在 FB 就这样子啊，我就讲说哎、欸、我们要开我们要关了，我只是要开个吧，录个那个关台以后的什么影片结束后的东西，然后讲完晚安之后一大堆人跑掉了，可能是对再来的游戏没兴趣啦。布布陪不寂寞，布布就不在我家哦。感谢猫之翼成为新会员。
对嘛，这个声音才，这大小才不会吓到我啊！之前的大小吓死了呢。我昨天都会把补猴子搬上来，然后放在电脑桌旁边陪我剪片。哦，脑酸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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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衣服，哎呦！啊，忘记讲，我今天还是有去健身哦。可是越健身，觉得都会到一个阶段，好像觉得感觉没有效啊。还是主要是因为我饮食方式不对啊。那其实最近我就是啊，两个礼拜前，哎，没有，上个礼拜去量体重，发现我莫名其妙重了2公斤。啊、那时候本来想说啊，会不会是因为什么？我们那天啊，我上个礼拜有吃牛排，然后想说会不会就是因为牛排2公斤嘛？那要过阵子等等看。就这个礼拜量也是2公斤，然后昨天量是59，不是，对，好，我讲出来，我59公斤。然后因为这三天我拼命就往外跑嘛，就是有跟于娜、小林他们在淡水吃东西，玩啊。然后隔天我又跟人家约吃藏寿司，然后隔一天又跟人约吃麦当劳，然后可是今天早上量体重又胖又瘦回58公斤，我原本55、56啦，然后那时候量体重一看到58公斤，我吓到，想哇，我终于变胖了吗？我那时候很开心，到底是变胖还是变壮？那想想变壮的可能性应该是很低啦。这样子，啊，我也是希望我能胖一点的，就是能的话就是壮啦，不要胖。我裤子啊，蓝色的吗？得了了，你困啦！你有什么裤子啊？蓝色的。那其实他手上。耶、是啊，我也是希望有肌肉啊。可是我也是这两个礼拜才开始比较勤奋跑健身房。但是我在开始跑健身房的那个，就是我去都一段一段的，然后是开始这两个礼拜比较勤去。可是我去的第一天晚上量体重就胖了2公斤耶。速变多吗？欸，我跟你讲哦。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哦，应该是数变很多。然后我就是前天有去把肚子东西排光，那排光之后还是58。主要，欸，比较好笑是我昨天吃完麦当劳嘛，量体重是59，然后今天早上就睡醒量体重，欸，58。我吃了，我想要，我那时候是3点吃了一碗面，然后5点跟人家约又吃麦当劳，吃劲辣鸡腿堡。加薯条，然后还加麦克鸡块。我打算直播到几点啊？看我什么时候画完啊？你看现在跟你们聊天，
又 delay 到了啦。嗯，另存。存。太瘦了，要很久才有肌肉。不是哦，那个你就算你长期健身下来，你饮食没有正当的话，你也不会有肌肉啊。要补充蛋白质啊。如果你运动完之后吃个便当，然后吃面包什么的，那也不会有帮助啊。肌肉不会吸收到东西啊。我是有发现我的那个啦，二头肌那边有变宽，有变大。哦，就我好适合才开始这样画的哦，因为怎么讲？其实我有一阵子也蛮喜欢画这种手的，就手很肥，不是很肥啊，很直，没有曲线的那种。要按错，就手是这样子的，阿宝的手。好，无名，拜拜。知道为什么美国人普遍家庭优渥都比较壮？因为美国人都喜欢吃保健食品，都不是吧？美国人超多肥胖那个呢，因为美国的东西都大嘛，然后他们就吃的东西也油啊，有炸的啊，有什么都，他们都是垃圾食物居多。哎，不，我看不到，没办法、啊。我跟你讲哦、喔，你如果要我这样子画上色的话，我随便你看魔术棒点下去，全部点了、啊，还没画，紧张什么？一直叫，要离开了，拜拜，感谢感谢，早点休息，晚安。我要开始学他的。那个骚扰你的人超烦，谁骚扰你？你跟我说。我，骚扰你？我软体是什么 ？SAI 啊。我上角不是就有写了，看到没有 ？SAI， 骚扰你啊？跟我说啊，我留意一下嘛。啊、如果你说你同学骚扰你，我没办法，就没办法。他一直在你的影片下面骂你，又是谁啊？他有没有在聊天室啊？他如果没在我的聊天室，你跟我讲，我也不知道是谁啊。然后怎么讲？你是来问我怎么处理吗？还是什么吗？就那些我就是选择隐藏，不然就删掉嘛。反正你再怎么弄，他还是会来乱你啊！你就干脆，像我也很多啊。我昨天在整理我的那个
可能是垃圾讯息，就一大堆什么可互定吗？然后可什么挖沟鬼东西的吗之类的？然后点进去看之后，他也没有订阅我啊，阿言，他没订阅我，叫我跟他互定，可能就是我要订阅他，他才会订阅我啊那种。凭什么？我不要。跟着他，他在其他实况组的 DC 群里面也有出现。哎呦，对啊，林音，哎，好像有印象哎，一直开小账，哇，你们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哦，啊，那你们就彼此互相小心啊。不是啊，铺窝有这号人物吗？如果有的话，我要改天找他约谈，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处理很多骚扰案件，不是骚扰案件啊，就是很多纷争，不是啊，就是很多事情，我都很多事情也都私下解决啊。对啊，谁又敲我？然后啊，不对，你没录音。他在雪兔的已经哦，对啊，雪兔其实就是很公正啊。今天不是你给钱，你就是大爷啊。啊，我也是啊。你只有雪兔的，要不要来 DC 啊？要不要来兔窝群啊？没有啦，没有强迫。反正就是，哦，最近兔窝才破赖群呐、啊，因为有中途退出又加入的，那现在兔窝赖群有300人。其实最近就是大家也开始比较少在聊天了、啊，可是有人生日还是大家都会祝福，有新人加入或是有人生日就是会。会有一波刷贴图的那个讯息啊，除此之外就没了。最近真的就是大家就是可能都各自忙，有各自的事情要做了。等你开账户，什么账户啊？你是说那个、喔？你这不强求啊？讲清楚，说明白，怎么讲什么？什么了？你们怎么了？那个 ERCHING 怎么了？我根本不敢讲出来，就让他说啊！啊！我还没买那个贴图，所以就嘿，对不起，我白痴哦、喔。那你们的话题我跳不起，要吗？我已哦留言我已经删掉了，结果醒来又发现又一堆。这个可以直接从频道封锁了，不是吗？不是吗？
等直播结束。不用啊，我直播好像也快了欸，那也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拉大，然后怎么增加快爆炸的感觉呢？就是，我先擦掉一些。喷枪，这样子。变漂亮了，北七哦。想报案哦、喔，我觉得真的警察不会去受理这种东西耶。你一百个警察，大概就只有一个会去受理吧。除非就是你真的就是因为网络上很多事件嘛，因为私下其实一定有很多事情没有公开啊。那网络上有些什么留言诽谤那些东西，一定是。提告的人去付出真的很多证据，很多努力，他办法去告成功一个人啊。不然你看常常聊天室几万个几百个那边嘴人，说你长得像恐龙啊你技术这么烂，开始狂嘴。但真的要提告的话，也真的不多警察会去理这件事情啊，对不对？讲得有理吧。啊，再就是陨月的特写，应该不会骂这个字哦。啊，
看一下哦、喔。像我之前還有人公布我的脸书账号，然后骂我什么臭波子，你才没理。对啊，他在。好，云娜，拜拜。感觉怎么那个人杀了你 ？OS， 就大概都这样嘛。哎，我先播个广告啊，我存个档。好，存档，画完了。啊，从第一章开始，我等你们广告看完。你们刚刚看完哈、再来一次，还要吃？哦，那点五下哦。雅思安安有吗？雅思在哪里？雅思安安，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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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好，我点了八下。雅思 ，hello， 对啊，雅思很恐怖，雅思跟杰鱼都很恐怖啊。啊，晚上不能弹琴哦，白痴，我忘记了。晚上不能弹琴，好了吧？我要开始讲故事咯。怎么都没有？我不知道。首先，我很天真的在接着每日那么任务，然后苦力怕掉进水里了，然后苦力怕在生气。再来，我给他船上面即将击杀他的时候。不要写个 TP 指令吧 ，TP 中。TP 中，你乖。有时候不想加字，就是很想用意会的。类似的一干净。通灵之术，好了，画完了。哎，雅思刚好画完隐约的图就出现了。好啦，那我存个，再存一下档。就存一存，然后我本来有一个，我有讲过嘛，昨天有说那个，我本来就是想要做那种，资料夹，反正就是想做图文类的东西，
可是碍于很多很多状况，因为做图文太累了。再等录影来看看，嗨，不是啊，就是你那天，你那天就是我在解任务的时候，你突然 TP 我的故事，我想说就画成图画，不是十点半了吗？你不是十点半录影？嗨，音乐，有，哎，那个蹦好了 ，DOON，DOOM 嘛，对不对？哦，是 N 还是 M 啊？好，音乐拜拜，你困啦。N 还是 M 啊？影子，哇，那我英文真的有变强吗？啊？好了，画完了，就这样吧。嗯，并存。好，我上传一下哈。你等一下来玩一下糖豆人好了。里面有谁？里面有我、苦力怕跟雨月没了。那个干他好笑，不是哦？那雨月是不会骂脏话的、啊。你怎么觉得好快？已经画一个快一个小时哎、欸。FB 坏掉是不是？哎、欸，而且还好我也离开 FB， 因为今天好像 FB 大爆炸吧。我要开新的相簿吗？还是？我还想说你要关台了，还没。反正礼拜六、礼拜日就玩一下，多玩久一点啊。显示全部，风格有图文日记的相簿啊，跑下去。小心有梗，封面安家两年，大头贴上传创始啊，图画日记。好像不是在丢这边呢、欸。啊，不是这个，不是这里，去 DC 唱歌，不是啊，就是不能唱有版权的歌了啊。我唱有版权的歌，我今天整个那个业绩全部都没了、欸，哎，打眼。完了就这个了。剪片，画暂存。2020杂图啊，09的群，谁是09？不是啊，你们不在兔窝 DC 群，你们在讲别人，你们在讲别人的群，你这样对我很不礼貌哦。没有吧？为了几杯。为了让苦力怕在水上做船击杀，打那击退便打苦怕，刷，应该打画吧，画，画。哎、欸，三点水，然后一个中华的华，那怎么念啊？花，哦，算了，花，
然后放船。你不敢在部落发言，你可以打字啊，不用怕、啊。不跨出那一步，怎么让知道？怎么让知道你？嗯，对 ，P 好，发布了。还是要一本一本相簿开啊，不然这样子感觉很奇怪。好了，我po在粉专了。二，结束了 ，SI 关掉。还是想看我画画啊？香火重生又在更新，更新什么？等一下哦，糖豆人，哎，风间买糖豆人了啊，加什么愿望清单直接买了啊。没我断了，笑他怪怪的，没好了。哇，肩膀痛，我要想一下布布要怎么画、欸。先买了啊，为什么还要等啊？这游戏就是很北七啊，而且我看别人玩，看别人玩就是只针对那个实况组，然后狂抓那个人，好好笑嘞、欸！哦，暴龙又出来了，为什么不再退取开台了？因为那边其实环境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很好了。虽然那边有本来有合作伙伴的狗狗啦，而现在已经没有狗狗了。再加上那边其实有点分摊掉 YT 的人，想说就来这边开啊。我在退取开之前开麦快吗？就只有三四十人在看啊 ，YT 这边至少两百个人。我本来也是舍不得那个退群那边啊，是直到勾勾被拔掉之后才决定在 YT 开。哦、Twitter 哦，白痴哦，没用 Twitter， 不知道哎、欸，我就是很不会去使用新功能的人。怎么讲？当时从，等一下，很早以前兔窝有一次大搬家嘛，那时候用了一个新的平台，那时候一个新平台，太，是新的通讯软体，然后那时候大家都用的很不习惯，然后我就其实也想说，好啦，既然他们都喜欢，那就用那个了。就用到后面，还是通通都放弃了、啊，傻了哦、喔！赶快过来啦，那边下不去了，那是跑快跑快跑，要沉了。而且推特我不知道哎、欸，那边主要也是发照片、图片的地方嘛，对不对？那像 IG 也是啊 ，IG 其实我有账号，可是我也没有在用。那时候他们都说啊，你没有 IG 哦，这样啊，我觉得哇，是不是很丢脸啊？因为毕竟那时候菜渣他们是刚转型，转成那种生活型实况组。
过来啦，不要自私啦！啊靠！不要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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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嚯！IG 很好用，就没有在用啊。我就是人家讲的嘛 ，FB 是老人在用的 ，IG 才是年轻人在用的啊。我就是那个老人啊。你们把习惯问题吧。哦，最近手机壳因为健身的关系，屏幕裂掉，要想办法再，因为我有买手机膜嘛，想再去问问看那个原本卖我的店家可不可以帮我贴。我说，哎，我之前在你们这边买的，可以帮我贴吗？这样子。它裂痕只有一小个啦，不像那种蜘蛛网状的。没事啊，我也就是没有 IG 啊。你账号那么多干嘛？看别人隐私哦，还是在养那种养动物？拜拜喽！哎，我是蓝黄队哦，白痴哦，过来！这很好笑哎，他有个那种黄队必须死，我那时候以为是假的，因为巧克力一直讲说黄队必须死，我说哈有这个东西哦、喔，然后我想说今天又看到一个公告说要把黄队给拔掉，我想为什么、啊？我才知道是有黄队必须死这个东西。一次吧。黄队要死啦！错觉，你都死了、欸，哈。啊，赶快下一场。很恶心的粉红人。中间买了，你会贴膜啊？要不要帮你贴？算了，好啊。哎，贴失败，我就扒你一拳哦。你要在哪约啊？真的超粉的，我觉得这粉超好笑的，我所有就用了。你要约哪里啊？你不要给我粘个什么毛什么毛啊，一些灰尘进去哦。我这洁癖很严重哦。哇，干，怎么又滑鼠出现了？花鼠很老，很惹人厌呢。
哦，那天跟巧克力在玩的时候，拿到第一名超爽。半头，半头。第二名，不。你之前去谁啊？帮谁？你问子瑶。那你会撕吗？首先要先把那个膜给撕起来，不是吗？原本的手机膜给撕下来，那不是有些人撕不好，是整个把萤幕给刷下来吗？我这只手机很贵哦。你怎么都会啊？就是不会长高，很奇怪。哈哈，看我好坏哦，看我好贱哦。那我这样直接贴薯条的羽毛也可以、啊。对吧？吐司喵有出哦 ，Hello。然后因为当时吐司喵，我当时认识吐司喵的时候还在 FB 哦。我现在不会，不知道怎么加权限，所以这个要再问一下。我最近也在要。喂。要动手了，要动手了，要动手了，动手了，动手了。我那天不是巧克力在录影的时候，我说我被一个人挤下去，我真的觉得是 Bobo， 他那时候卡在给我最边边，又跳不过去。这关就是真的会玩到很晕欸，卖掉，不要抓哦 ，no 抓 ，no 抓 ，no 抓 ，no see。这个游戏已经放弃了，没有，这个游戏我也只是玩好玩的啊。我觉得这游戏运气成分也很重欸，有啊，技术也很要很强啊。可是我觉得这技术很多也是要看你队友，你遇到不好的队友，或是被扯到拉到，你还是会输啊。嗯，最后了吗？最后了？我没有啊，还有很多。我是很不喜欢抓尾巴、欸。啊，我有尾巴。我有尾巴，哎，我们是尾巴好吗？鸡，我们是好吗？鸡不是吗？尾巴，好、哦，很菜，哎、欸，太菜啦！离开了，你准备买块？
不该刁人的啊，播广告啊。啊，你要约什么时候啊？不是啊，就算约到的话，你要在哪贴啊？那边如果你在马路旁边贴，不就一大堆灰尘？哎呀，还是掉了。上面有指没有？如果是指纹在荧幕上还好，如果在荧幕跟保护贴中间，那真的没办法。我上一个手机就是这样子，那我看到很烦。我就这个。哦，好危险哦！太早跳了吧？拜拜。啊，这场玩完休息好了。啊，我最近睡超多的、欸。哦，汪蓝队哦，耶，抓到喽！我当击败的蓝。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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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队友行不行？白痴哦！哎，啊，不该扑的。没扑，蓝队加油！没忘了，怎么会五十几分的？傻眼！好啦，关台咯。我不够鸡巴，可恶！好啦，各位晚安咯。明天高几率是魔物猎人啦，那就这样啦，感谢今晚收看啦，吃广告，好了，万能二十下了，拜拜，拜啦拜啦，哇，可以去看粉专啦，粉专已经po好那个了，文章，啵啵。